好，我们开始来。各位议员吼，咱个当然吼，啊，管路以及主管甲媒体先进嘞，大家够早吼。啊，今仔日是第四次的定期会讨论的提案嘞。今仔日有19个案，管路提案有9个案嘞，议员提案有10个案。哦，咱因为要审查以上的部分嘞，哦，啊，是毋是吼？咱一号案的部分，哦，啊，咱等下为甲3号案来先审，哦，教员的部分，管路提案的部分嘞，啊，咱审完的先哦。再来审这个以上的部分，哦，啊，各位议员有啥物意见？无安尼，我们从甲三号案。甲三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冠，案由有关2024年度公路公共运输提升计划竞争型计划，嘉义县阿里山乡三美、新美及茶山等村居民基本民行运输服务计划之延续型计划。及县道159甲线加124线至紫云市道路拓宽工程等2案，合计经费新台币3062万4000元整。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各位议员对甲三号有什么意见吗？无安尼，当管通过哦。甲4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冠，案由有关行政院环境保护署补助办理2005年度申请购置垃圾车补助计划，增列金额新台币741万元。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各位议员对甲四号有什么意见？那无按照我通过。甲5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冠，案由有关本级办理2005年度低收入户家庭生活就学生活补助会及2005年度建构托育管理制度实施计划，就业者家庭部分托育费用补助等2案，经费计新台币144万5000元整。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各位议员对甲五号有什么意见无？那无照官通过。甲6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冠，案由有关报会本县中埔乡卫生所东兴卫生室黄色一案，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办理报会黄色后续作业。各位议员对甲6号案有什么意见？那无照官通过。甲7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冠，案由简颂尼出售坐落嘉义市绝川段4-27地号及同段22-83地号现有非公用土地一案，请审议办法。一、审议通过，报请内政部核准，并依规定报办理出售。二、本案出售现有非公用土地处分期限至报奉内政部核准之日起算5年。各位议员对于咱甲7号有什么意见？无，咱照官通过。甲8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冠，案由有关教育部核定补助办理所辖社大2005年度奖励经费、经费等4案，合计新台币206万8000元整。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各位委员对甲8号有什么意见无？那无照官通过。甲9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冠，案由为办理2005年度早期农地从化区农水路更新改善计划，经查门增加321160元，拟请同意就增加经费部分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各位议员对甲9号有啥意见无？无，咱照官通过吼。各位议员吼，我讲咱1号案的部分吼，拢总有10个啦吼。因为10个咱过去吼，拢1号案的，拢各位议员当然的，拢非常的支持的，各位议员的提案，所以讲来互动吼，啊联署啦吼，啊教育联署，
啊，不过呢，今仔日呢，我都有看到吼，乙五号案的部分啦吼。那乙五号案是不是念一下哈？那我们念一下，给各位议员参与一下。乙五号案，提案人林秀琴议员，联署人张议长明达，陈副议长一月，林木慧、蔡鼎山、石信忠、林香田、郭芳仪、陈柏林、叶和平、蔡伟杰、黄芳兰、赖朝伦、戴光忠、詹金惠、张贵忠、叶梦龙、黄英军、曾亮泽、楼世阳、何志凡等议员。案由为化解当前台湾政治对立，促进社会和谐，恳请蔡英文总统特赦陈水扁前总统，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政府尽速函请总统府严议特赦。各位议员哈，这乙五号案呢，因为就看下到呢，这个政治的立场啦哈，啊有个人因素袂，所以讲我会特别提这个案出来做宣读，哦啊，给各位议员来做参悟参考，哦，这无勉强的教育人数啦，哦，你有徛到立场上的问题，所以讲我会直接特别呢来做一个宣读，哦啊，当然，那希望呢，咱各位议员呢啊对这个。立场上诶，那无啥物包袱啊，那要参加联署诶，即、這个另外，恁家家己来加入联署，安尼好无？哦，啊，若无就照即个案哦，嘛，啊，以后安尼部分应该咱拢全拢照管通过啦。哦，啊，其他咧拢议员拢加入联署，咱议员咧提案，安尼好无？好、哦，好。咱先审查以后嘛吼，咱即马来先加一条案咧。甲一号案，提案人县长张法官，案由检送106年度本县总预算案及各机关单位预算，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依法公布执行，并函报上级机关备查。各位议员，咱对咱的关议会这边吼，咱的编号呢011101的部分，喂，来啊，咱院长。主席，各位议员先生，管委的团队，甲所有的媒体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阿彪彪彪，请容允我踮这个所在代表嘉义县议会来报告嘉义县议会106年度预算。变得干扰的睡眠。同时，我要跟石信忠议员说抱歉，因为等一下有我们的很多的乡亲朋友，那可能我用台语，他们比较听得清楚。对不起了哈，好，可以哈，好，多谢。阿彪彪，首先我来报告，但医生周边的原则是依据106年度。县市地方总预算编制作业手册，地方民意代表费用支给以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条例，甲嘉义县106年度总预算周边的原则来办理。第二，咱预算编列的情形。咱嘉义县议会一向对预算的编列采取零基的预算，所以咱106年度咱编的预算数呢是2,1,834,000元，其中一般行政咱编的8,698,000元，艺术业务编的1,2,172,600元，一般建筑。以及设备编列8,635,000元，加依照预算法所编列的预备金100,000元。那详细科目呢？伫咱预算书顶管啊，拢有详细说明。第三，咱甲上年度预算的比较，以及精简的项目。
106年度，咱的预算甲105年度预算数2,238,489,000来比较，咱今年度就是106年度预算嘞，比105年度预算嘞减少514,800，其中人事费减少338,700，业务费减少182,800，总补助费增加12,000，以及设备甲投资增加55,000。第四，咱详细预算科目甲内容呢，请咱议员先进，咱参阅预算书，敬请议员先进审议。议员，咱对咱议会这边遮的议程有啥物意见无？那不安呢？好，我们感谢秘书长，感谢，多谢，多来，阿彪彪彪。好，好，秘书长谢谢。那咱吼，该税局的部门来，吼，咱附带来，咱的附属的迄个议案。哦，啊，咱做一改善，啊，所以咱先读教议员，安尼好无？各位议员有意见无？就等于讲税局的信不信啊？附属的基金的部分，咱做一个议员，我记者好无？系啊，做一改善啦，赶快一起审啦，安尼较紧啦，安尼好无？好，那我们先读等一下。甲二号案，提案人县长。等于讲，先个。都不退去，公司收信到了，对入去就对啊啦。OK 啦。甲二号案提案人县长张法官阿尤，简送106年度本县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及各附属单位预算全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依法公布执行，并函报上级机关备查。各位议员哦，咱。要审查嘞106年的哈总预算的，啊，搁附属单位预算嘞吼。但今仔日呢，要审的部分是税局的部分，因为呢，水利处吼，他拄啊好下晡2点嘞吼，甲各位议员报告，要去中央做一个灾害的迄个通知开会哦，就是召开105年的梅基台风的紧急工程的审查会啦。吼，啊，是咪讲咱水利处来审第一个啊吼，安尼啦。哦，安尼，啊，直接甲各位局处讲者吼，因为咱今这总预算的部分呢，有真济迄个案，哦，有一个较大条的钱，哦，啊，咱各相关动物业务的科室呢，哦，你们要准备资料齐全，卖予议员问下先，迄个人我无予你直接，唔过你来直接别准备，哦，啊，那所有的文件策略，哦，都爱较紧提出来。哦，咱要审什么？要审啥？要做啥物？因为恁大条钱要开啥物所在？计划性诶，甲细部性诶，哦，恁来有各个议员，等下审诶时阵哦，为今日开始审诶时阵，大家随问随有，哦，无你搁3点钟搁下面书面报告诶啦，要报告啥物？啊，恁预算书着加几百万审嘛，阮审未审，恁物件着是爱还啊，对不对？那我哩搁要等书面报告，等下互二楼甲你会务报告，啊，事后甲你找着议员咧找。安尼也是以前，安尼都免死嘛，拢退退当的就好啊。哦，各位议员好不好？安尼我们从水利处这边，水路哈、我们那好，那好水路啊，水路先呐、啊。无啦，各位议员，咱对水路有啥意见无？调薪薪税金，系啊，好啊，那我们就财政吧。啊，你税金对啦，各议员对税金有啥物问题无？无啦吼。莫啦，莫啦，安尼税金无问题啦吼，安尼就为。最低还是啦吼，来。
大会主席陈议员哦，还有各位议员先生、女士长哦。我们那个今天是什么？我们水利处的预算106年的预算哦。那我们水利处的相关那个干部哦，都坐在那个议员的左手边最后方那边哦。当然，如果我答的不是很好的地方，我请他们来做协助。那水利处今年106年，明年106年的预算哦，为9亿4682万7000元整哦，大概较去年少了大概4亿3000多万哦。那少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第一个留种的那个土地款哦少了大概3亿，因为留种大概是它是6年的计划，从103一直到108，然后大部分的用地都合在一起的部分哦，那一起大概合6亿多，那二期的部分大概105、106的部分就少合了一半，大概剩下3亿多。那另外第二个部分少掉1亿多的部分是污水的部分。因为污水的部分，我们民雄用户一跟用户二大概在今年年底会把它赶起来。那照之前的营建署的规划，是要到2017年才进来开始有相关的实施计划跟规划检讨。那我们先把它提前来赶，所以原则上明年度的话，先会做先期的规划来了，先做先期的规划，所以会少掉大概1亿多。那后续我们会尽量来赶，看能不能在明年的中让有一些工程可以来陆续来发包来做这样。那如果做完了以后，它还是会再增加我们预算。那我们的整个水利的预算大概是在详第410页到433页，然后请议员指教。水利处呢有什么迄类无问题哦？意见无？安尼水利处长，你下晡去开会讨钱啊，讨较济咧哈。咱家己关的财政嘛真大，真有信心啦。我对你真有信心吼。虽然你较袂晓讲的，不过代志真够做啦。不过你也会记哩，议员吼拢真可爱，各灾区内底吼拢有咱所有呢，咱的财政。啊，唔是干啦讲吼，你想伊的目标是真大，伊唔是干啦讲做家己尔，伊是做咱家己关所有的整治计划吼，拢真迄类真认真。所以讲伊就袂晓讲的，就够做工过尔。啊，这种人爱重用啊。哦，啊，各议员哦，甲大家要帮忙啊吼。好，那对水利处没有问题，我们就这样通过哈。谢谢各位，谢谢主席。那我们叫行政处吧哈。好，今天大会主席陈议员啊，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行政处的预算，今年度的预算哦，我们总的预算是1亿6361万3000元哦，那减少了9419000元。那我们的业务的概括是包括行政处还有县长室以及秘书室的一个经费哦。那事务科这边我们是也是减少了，总共减少了931万元哦。那减少的部分大概就是我们的水电费减少了10万块啊。那一些法定编内的一些油费方面我们减少啊，那还包括我们修缮费用的一次性的减少哈，所以这一部分我们是减少了整个减少了931万9000元啊。那以上大概就是我们行政处的一个业务的一个预算执行情形哈，那请议员李世先生参考，谢谢。各位议员对行政处，哎呀，云姐，哪一对一个对一条？处长是你221页跟233页的县长还有副县长的不休假加班费，为什么是重复的？200多少？221跟233。221跟233。221。也科目是的，哪个科目？221的是副县长，加班了。事务科来这一个县长、副县长的休假，不休假加班费。是，加你县长是这个诶，同款的加班费。221这个部分是县长、副县长一些所有的一个加班费嘛，对不对？是啊，你是啊，你的县长是加，你嘛搁一个县长是跟副县长是的加班费。议员，你指的是221？143000块的啦。啊，搁对答，你讲搁对答，重复。搁233页，你这一个240万的这個，
加班费。啊，报应，这样这个两，我先讲233列那个综合，中理宪政这个部分哦，这是所有的那个所长室、县长室、副长室、秘书长室，所有那个他们的加班费，就是出差的那个一般业务上的加班费。那221的一个部分是他的不休假，就是说，我们公务员不是规定有30天，比如说他有16天的一个不休假的一个加班费的一个补助。好，比如说我们30天嘛，那法定规定就是休16天嘛，16天之外的一个不休假补助的经费，不一样的一个经费。你意思讲一个是不休假的？对对，不休假，原来他休假嘛，那法定规定16天嘛，额外的部分就是可以申请不休假的一个补助经费。那另外后面的部分，中理宪政的部分，就是他平常一年首长是他们的出那个加班的部分那个加班费，好，还不一样，谢谢。来，来婉珍，处长，那请你说明一下223跟233有一个因公务联系接待赠送或支付纪念奖励等经费哈，这两页的科目也都是名称说明都是一样的，一个100万。一个485万，好，谢谢张婉珍议员的一个关心哈。那这个预算一个是编在我们事务科的部分100万了，那100万这个部分是我事务科包括配合各业务单位的一些，比如说一些餐费啦，然后活动的一个。可是他们各业务单位自己都有编呢。哦，有一些是共，有一些是共有的，比如说一些额外的部分他没有编的部分也都用我这个区块。啊，为什么不分配好就好？为什么要这样子下去？因为导演有时候临时，比如说是外聘，比如说是。然后县长的就是485万吗？对，县长485万。他一年用485万的那个公务接待，然后去赠送纪念奖励这些奖金。导演，我这边跟一点报告，是整个县长是编的485万这个部分哦，啊，是还整个，比如说像我整个整年的茶叶啊，哦，茶叶比赛、茶叶的购买、茶叶，还有连结赠送的兰花之类。可是那个农业处他们有也有编列购买。哦，这个不一样的部分是连结的部分是都花在县长这边480万这个区块，所以这个区块我们得都节省在使用哈，整年度的一个预算都符合采购的一个程序在做处理。229页。我请教你哦，你那个物品啊，你办公室的耗材器具啊，你之前都编4万，为什么这一次今年多30万？报告议员，这部分是因为我在整个行政处的一个经费部，没有增加情况，将文书课的30万挪到这边，因为这边的一个区块就是我有跟主计单位 check 过，就是这个区块因为有一些所长的办公室的一些费用，比如说他们的碳粉之类的购买一些事务方面都用到这个经费。你说有一些所长这样什么意思？所以你是每一个局处分你我得分开，不都本地你家。不，我的行政处的一个费用都涵盖就是县长、副县长、秘书长的部分，因为他那边的部分用到这边，那以往是编在事务科那个文书科用会用到文书科，那因为那预算有点不合，所以在整个预算。什么意思？预算不合？因为应该是要编在我的事务科这边，那因为有时候那之前不就都乱编？没有，之前没有，之前都不够用啊，就是所有的不够用会在我的总预算之内再来一起来用。那为了符合这个比较符合采购的程序，所以我就在整个行政处的一个预算没有增加的范围之内，把它用到这边物品这个区块，还都没有增加预算了。好，谢谢。好，谢谢。卡欠袂得啦。唔好变变咧，遮侪钱就当开解掉。哦，平常我拢尽量节省，谢谢。啊，各位议员对咱行政处，各有行政处各有啥问题哦？无安尼拢通过吼，较欠的就好啊啦。你阿伯阿家讲，我有变啦，较欠的俭俭啊开啦。一寡杂志费用，一寡费用哦，较省咧。像迄个县市长的，迄个县长主管免领钱的吼，尽量卖领无紧啦。安尼对无？我对无？安尼是不是安尼讲？反正。哦，啊，这对无，二万对啊对，啊，有变的话，无一定爱领啦，变好你毛你贵啦，啊，不过尽量卖领啦。好，来，我们新闻处。
席、各位议员，大家好。新闻处的预算的编列呢，在第239页到第248页，请各位议员做参考。那么新年度，新闻处在106年度的预算编列呢，总数是5,900,000元。那么相较于去年呢，是增加了304,000元的小幅增加。那主要的原因呢，是在公关科的部分减少了160,000，行政科的部分呢增加了60,000。这60,000是用来做一个一次性的设备的采购，所以就只有是一次性的。那主要的增幅是因为在行销科的部分呢，有一个县政日历发送的费用增列了400,000，但是呢，这个以整体府内的预算来讲是没有增列的，因为这个预算是因为当时我们觉得说可以由新闻处统一处理这一块，所以过去在农业处编列的部分，还有文化观光局以及财政税务局的部分呢，就分别减列了200,000以及100,000、100,000不等，才会因此在新闻处的部分增加了400,000以上。处哈，有什么问题哦？是议员。来，来，林姐。处长是。你刚刚讲，你刚刚讲减列160,000是对16万，对16万哦。主要原因是因为讲我们原来那个 LED 的看板的维修的保护的维护费有400,000啊，原来是编列在新闻处。那但是呢，因为有关于维修相关的这些器材呢，我们新闻处的同仁实在不是很能够理解，所以最后呢，我们就把这个部分编到了这个建设处去，所以这个部分呢就移到建设处去了。那另外呢，为了在预算上面不要让我们的预算有增加的这个状况，所以呢，我们在公关科的部分也另外再减少了县政影片的60,000，这个部分就是为了要增列那个一次性的60,000的这个设备费。哦，来，处长。你现在 LED 灯看板对吗？是。现在有几台？两台。两台？是是。确定两台？是是。对，对对。民雄。民雄个对。啊，搁伫太子大道。啊？是在县议会旁边。你民雄迄个已经无做呢。报告议员，其实是有的，但是其实是有的，但是我们在每天晚上，因为也有民众反映说他可能会觉得太亮，所以我们在晚上6点以后就会把它关掉。对呀、啊，您的租金不是已经没有付了吗？不是没有付租金了吗？重归处给我的资料，他们没有再租啦。我这边今年来讲还是有的。以今年来说还是有的，因为我有跟中规处要那个土地，就是我们都有在付租金的，然后民雄那个已经没有租了。今晚什么情况？今年的预算确实是还是有的。那为什么你要编那个就是电子器材维修保养费啊？那既然不是你维修的，已经移到建设处去了，那为什么你还要编15万？这不是那个 LED 相关的，那是修什么？而是譬如说像我们相关的一些其他既有的一些电脑啦、网路啦、记者室使用的一些网路设备，还有我们同仁在用的一些摄影器材，因为长期以来买了之后，它其实只要过了保固，我们都没有办法再做维修，所以我们才编了这样的一个保养的费用啊，所以这些是保养的费用。对，以中规处跟那个60,000的那个不太一样。处长你，你中规处处长你找不到对不对？第几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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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不是，这是一进你提给我的资料啊，我跟他要那个土地的。这个是各局处会诊过来的啦。对对对。那我们会再次清查他是不是有会诊的一个错误性这样子。他有写说好像只租到105年，不知道6月还几月而已。然后那为什么上次就要资料了哟？哈？上一次就要资料了吗？对对对，对呀、啊。这是今麦应该被开掉的对啊啦。有啊，有开掉啦。有拿到啦。只是今麦手头无，伊讲阁有伫租，啊，不过无迄个已经无啊，迄、那个 LED 咱无共租土地啊。啊，无租今麦阁利用哦。对呀、啊，所以很奇怪，而且你还有那些保养费，还要阁电费。然后而且建设处这一次是变成60,000，对不对？为什么要增加？报议员哈，那 LED 灯哈，其实它这个已经有使用了将近6年了哈，啊，所以
他们这个东西就是必须有一些零件的更换会比较多，所以我们他们原来40万还不错。对啊，你们觉得说我们每年都付这些钱，又要付租金啊，然后当初又用了1200万来买这两座 LED， 然后现在每年一直付这维修费，你们觉得宣传的效果实际非常的大吗？团体这样办理啊。报告议员，我个人认为 LED 在宣传的听上，谢谢。我个人认为 LED 在宣传的效果上，它是有它的宣传的功效的，因为陆陆续续我们也会接到一些地方上的一些讯息，告诉我们说他们希望是不是有一些讯息可以放在 LED 上面。那我们现在前面民主广场，好，要弄一个民主广场，那个 LED 要放到哪里去？这个到时候这个我们会在府内再开一个跨局处的会议，确定一下这个 LED 的位置是不是要再转移到其他的地方。所以你看地也无法多做，啊，即马路搁要改，啊，迄两个 LED 唔着底下一直刷来刷去。伊咪拢固定啊。啊，即马咱头前要封起啊。是啊，前面要封起来。咱头前要封起啊。台柱大都要。袂吓，咱这条规个二月头前要封起，1258万、68万哦。这个县府方面一定会做一个整体的考量的，议员请放心。但桃园这条路要封开，要发包啊，所以我讲一台 LED 不得一直刷来刷去。不然那不用就卖用啦，那阿老用就爱开钱啦，吓。爱付电钱，唔知几十万嘛，40万还几十万，啊，加维修费60万，就要开超过100万啦。啊，龙片啊、咖片啊、文宣什么，啊，赶快过来。播放在里面，黑暗开挖掘机。然后，没有，他就是现在那个中卫处回去查一下哈，就是民雄这一块是不是还有租？哈，如果确定没有租了，那因为你这里面有239页，这个的支付营运管理两座，这个17万呢、啊，暂时是不是先不要省这个，因为你保留，对啊，因为保留啦，是啊，啊，无你到底有做无做？你先，好、哦，先保留嘛。那我们这一条，我们现在保留了。对，那到时候建设处那个239那个什么电会那个也是有一样哦。是，等查清楚了再来审这个。好的，好的，议员。然后换我，是处长，我跟你要这个啊，我相信我跟您说哈，我要知道，是就是你那1600万，嗯。我今天早上传给你的246页，就是我们行销的，就是您一般事务费里面吼，这加起来1600万。我相信去年的时候，因为你这里好像增加了600万嘛，300张。去年的时候，应该是只有增加300万，没有到600万，对，所以总共1600万。那我跟你要的是说，因为你每次都是给这样子一个。是，然后我没有办法知道说您到底，就是说您说好您刊登了什么广告，我想要知道说您到底刊登了什么广告，放在哪边，什么时候播放了几秒钟，花费是多少钱，全部的明细。所以这边呢、啊，全部都先保留，我要知道所有的明细，因为我觉得你这边很笼统哎，还有什么委办费、因动结束、雨鸡年、新春吉祥物经费补足99万7千，报告议员啊，这个跟行销这边什么关系？报告议员，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行销费在这里面，您看到的1600万，事实上还是会被再另外动支1.5%。那所以没关系，这不是理由，我只是要知道说您怎么用的、啊。好的，明细非常清楚。包括说我喜欢清稿的，那管丢去酒店西啊，他去宣传他啊，这个也是用这边的费用吗？没有。那个是用哪边的费用？目前县长去上电视都是属于公关性质，我们并没有花到，所以不用付钱，不用付费。好，那你更应该让我知道说这1600万怎么花的，好不好？好的，就还要再更详细哦。好的，就包括说你直播了哪些影片，然后几秒钟什么时候我们有播放的，我不管你是哪一个电视台。好的，那如果是要到这么详细，我可能需要花一点点时间来做整理。因为比如说广播的秒数播在哪里，对，然后多少钱，然后什么时间我没有播放，这样。好的，好的。好，那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啊，那没做了，但是做的现在报你啊。对啊，就是我看当时用啊，有啦，这已经一家已经存个十，存18万几尔，已经开千几万去啊呢。
应该先几万起啊，以后我的剩台底剩十八万尔啦。是因为有一些案子还在执行中，所以结案报告。对啊，就是你有的都先给我啊。对啊，你有做的就给啊。对的，有做的啦。对啊，我讲处长就是有我们有做的啦，对啊，有的就先给了，好不好？好，细目明细我们提出来了。好，谢谢。好不好？好的，那就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吗？因为有一些要三读以前了，三读以前，好，三读以前，谢谢，好的，三读以前，好不好？反正那好不好？各位议员哈，安尼新闻组敢有甚物意见？那无安尼好，我们安尼好，好，好，谢谢，好，安尼各位议员哈，咱有心愿的哈，诶单位啦哈，是毋是先转去啦？有一寡业务上爱去转去做，啊，先转去，安尼好不好？各位议员，安尼好不好？无意见啦哈，那我们审完的哈。单位，好嘞啊，那这就审完的局处长嘛是留落来啦吼，啊相关的业务的单位的人会当先转去做工课啦，上班啦。相关业务的拢会伫后壁斯登拜，啊，我即嘛是讲新闻的是毋是先转去啦？啊，局室的局处长拢留落来啦，好无？无啦，进前咱拢有介绍啦，啊，又是介绍时间较长啦，哦，啊，咱就是有拢无介绍，是心即医生较重要啦，哦，安尼就是局长拢局处各局处的局长吼、哦、留下来啦，那相关业务的人吼、哦、人员有审完的，那就先回去工作啦，啊，好不好？好了，那、啊、我们先玩主计。高委主席陈议员，还有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哈，还有各位媒体大家早。有关主计处的这个106年度的这个预算呢，我们的在预算书的第一册的第249页到260页，那大部分都是办理主计业务所需要的这个经费哈，在主计业务方面，我们编列了3344万4000元，那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编列第一预备金783万元哈，那在主计业务部分呢，我们今年呢较去年增加了。20万，其中有10万呢是我们要做一个存换那个会计档案的一个档案架，因为现在凭证已经不送审计室了哈，所以所有的这个会计凭证的这个档案要放在我们县政府，所以我们在这一部我们增加了一个10万块的一个经费，那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来审查，好，谢谢。对主计处有没有什么意见？无吼，安尼好，我们主席说啊，赶快啦吼，有变着钱，互恁做，恁俭俭啊做啦吼。来，我们换人事。好。因为系啦。那相关业务，相关议员有提出了哈，相关业务的那个。这样吼，有诶，我敲电话给伊吼，无你赶快回电话。真啦，假？真的。无可能啦。真的。哪有可能？我们局处里面那打电话人不回电话的。今天敲电话给伊，无你回电话，手机啊，知影我卡了，佫不回。那个相关业务的，相关业务的单位长进来来。本来是互恁好做好过啊，后日连电话无回无接的，拜托的，哪对一单位啦，反正。无啦，我想对单位啦，甲你有卡，你无甲你回，无爱接。对啦，我想讲，反正我著讲出来，我唔爱讲是谁啦，啊，甲你，互恁知影讲，就是我就是有打电话科长，我上个礼拜五打，到现在还没回我电话。你卡我的心情，我卡我甲你回啦。啊，拢无回。有啦，我卡门甲你回啦。唔是你啦。哦，我知影你甲我回啦。好啦，我们啦排列一下，排列一下，相关业务的啦。好来，谢谢主席。好，谢谢各位议员。好，顺便介绍一下。好。那个我人事处哈，那么人事处我们分三个科哈，那我们第一位是那个，组织的免科哈，科长是蔡家章哈，那么第二位是考核训练科，科长是陈德忠，
啊，那么我们数位学习哈都是他负责哈。那么第三位是退休福利科哈，是李学超。那么退休案件都是我们这边在负责审核哈。那另外哈，哎，所长，人发所所长哈，哎，刘志伟刘所长哈。那人事处的106年的预算哈，在第一册261页到267页哈，我们总共编列2985万1000元哈。那么较105年度是增加918000元，那么人事业务大概都是在作为那个人事服务。那么里面最主要，增加的部分有这个办理县政人才培育哈，这个是新增的。那么是为了要培育主管级的哈，包括科长级的这个专班，那么这是长期性的一个训练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差勤系统哈设备的升级。我们的差勤系统是96年建制到现在，那么已经应该是4年就要汰换，那么我们已经超过年限很久了。那么人发所的这个预算是在第二册的17171页，那么人发所的预算本106年度是编列1860万元，比105年度减列了868000元。那么以上跟各位议员李氏先生报告，那么敬请支持，谢谢。各位议员哦，咱对人事先哦，啊个人力发展所的部分哦，人力发展是第二册啦哈，第一人那人事是第一册嘛哈，那第一册跟第二册人力发展所有什么意见不？没有，好，谢谢。那我们郑峰，好，好，好，会记得啦，相关台来记有条看有条。大会主席、陈议员，还有这个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大家早安。那政风处的这个预算呢，在第268至273页。那本处呢，在这个106年度呢，一共这个编列预算有2049万7000元哈。那较这个105年度呢，是减少150万元。那主要减少的一个项目是在我们这个人事费用。那其余的业务费一共有151万6000元，那跟105年度呢是同样的预算数目，没有增减。那敬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予以支持。哦，不是说进来吗？刚刚有在讲啊，不是说进来？哎，那在调停要搁这里啊，来。不啦，不刚刚就讲了嘛，我们局处来的话就先介绍一下嘛。好，来，那个处长，我们介绍一下。那首先跟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啊，介绍我们的副处长，这方金台方副处长。那是 他的相关业务，顺便讲一下嘛。那业务是这个综合协助这个处长，那综合这个我们处里面的各项一个政风业务。那另外是我们政风这个查处科的一个陈氏和陈科长哈，那他主要的业务是这个我们相关的一个政风一个查处的一个业务。那另外是我们政风行政科的一个陈玉胜陈科长哈，那他主要的业务是我们的一个机关的安全维护、公务机密维护检查以及相关的综合业务。那接下来是我们政风预防科的一个刘明霞刘科长哈，那主要是我们相关的一个环滩的一个预防的一个业务。好，各位议员，咱处长报告了，做详细个介绍了，真好吼。然后还未计出来，先来介绍一下吼，或者议员我处新妇啊，处囝婿，安尼好无？哦，安尼好啦，无啊好啦吼。安尼，咱对这种处有啥物意见无？好来，局长兄。政风业务较无了解。来，电话电话，记者呀，你270页，你政风处的业务是不是一个业务计划三个工作计划嘛？对不？啊，你第270页查处科，内底你一条8万的一条吼，你写一个讲什么采购？
采购赠品啊，什么稽核小组委员这条啦，有无？诶、欸，是的。啊，有啦吼。啊，是安怎要设这个稽核小组啊？是啥物叫稽核小组啊？诶、欸，稽核小组。啊，伊这是外聘还是内聘的？报告这个蔡议员哈，那我们这个每个单位呢，那都会办理这个相关的一个工程采购哈。那我们这个稽核小组的成立呢，就是这个为了呢协助我们这个审查哈，我们各机关他在办理这个采购的程序上面呢，那他这个是不是有依据政府采购法等相关规定来做办理，然后我们做一个稽核，然后稽核的结果呢，如果有发觉缺失的时候呢，那我们会这个函请这个相关的一个机关来做一个改善啊，避免再次发生相关的一个缺失。啊，你这人员呐，你内底委员是内聘还是外聘？那我们的委员就是。是政府内底科室的，还是外口请来啦？咱跟拢是由各局处吼，那推派一位具有这个政府采购一个专长的一个人员来，我们组成一个采购稽核小组。啊，这要有资格唔？这唔是爱训练，爱不？因为了他们要这个获得相关的一个采购证照的一个资格哈，然后我们每年呢都会这个办理相关的一个采购的一个程序的一个训练。啊，你这拢共聘十六个呢？嘿，十六个对。十六个呢？嘿。啊，管政府唔是，你唔是讲伊个人员是对局处三省？嘿嘿，对对。是无？嘿对。啊，咱管政府啊，唔着，各科室拢有。嘿对对。各科室拢有。嘿对对。哦，啊，因这是要安尼啊，做钱啊？啊？你这是算讲伊个奖励啊？嘿，对。你这是凭奖励金啊？嘿，对。对无？啊，你凭十六个，啊，多一个五千，十六个，大家拢有。大家拢有。嘿，对，因为这是迄个鼓励啦。啊，到达科室，到达科室，都有写重大缺失出来。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抓重大缺失，就是说。拢反映出来，拢啊，无伊就挂一个名。不，我们会实际的去那个。请他们把那个相关的那个采购的全部的资料通通拿出来，然后我们会逐项的来做一个审核。我刚才前在接到迄个管政府的公文啦，讲啊，当时啦，某时某日啦，要去什么稽核小组的委员来参加看一下啦，哦，啊，都唔知咧创啥，真正，讲对一个工程有啥物问题啊，来遐看一下。我议员，阮议员要看，阮嘛无领咧。迄是，不，阮这是针对这采购。啊，一个领5000。啊！伊照年底，伊就写迄个重大缺失的报告，还是啥物改进，还是伊的案件的多寡无？报告议员吼，你这都变作规个公平性，大家有？唔是啦，就是说，他每一个，他真每年，他就说每个月哈，我们会分派，他是去抽查哪一个工程，然后他就这个工程稽核的结果，他会立即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缺失的一个。上写哈，就提出来，然后我们就会立刻函请这个被受检的机关。报告下出来，上一看，上一看，报告下出来，上一看。伊若重大缺失啦，比如讲这件工程有问题啦，伊去看恁政府派人做会同去看啦。啊，看了有问题是。不是，阮、啊、因为阮咧看吼，唔是讲伊个迄个实体的部分，他试做的部分，我们这个稽核小组是做伊个迄个采购的程序啦。第一公一的招标啦，决标这程序，嘿，对对对，你讲书面审查，对，你去现场，那是另外一个建设处的这个采购这个查核小组。哦，这样这无讲，无讲。哦，你这条件是做书面审查，按意见陈述。我是感觉讲吼，你这袂使大家拢有啦，应该吼，若靠表面的意见写愈多吼，爱较侪啦。报告议员吼，阮这有闹是有一个迄个考核的机制啦。嘿，你考核机制是啥考核？你是看伊的重大缺失。第一公吼，他参加的次数吼，比如说他一年的话，我们都有分派他。如果说他是参加十二个月或一整年，每个月他都有参加这个稽核的话呢，那我们是给他5000元的哈。那如果说他是参加这个7到11个月吼，无够半当啊，无够一当的哈，破单以上，不告诉当然，咱给伊4000块了。啊，人讲老各位以下，咱给伊3000块，有一个区别。你有做这個动作的？有啦，有些区别。嘿，你吼，不是每一个人大家公平拢有的对啦。不是，嘿。哦好。爱有做够钱的啦。哎，对对对。我了解，算够啊，够做的就够点个济啦。对。哎，是合理啦。嘿。哦。是无偌济钱啦。唔过吼，爱开钱对啦。预防科的啦，讲到爱查处科的啦，预防科内底六十条。来耶。6万啦吼，你讲办理什么廉政助攻业务啦，什么观摩活动有无？
人众助攻啊，人众助攻这是安怎算的？我要来参加会使未？那议员你若要参加，我非常的非常的欢迎。你请完了算了，人众助攻是安怎算的啦？啊，人众助攻吼，就是讲吼，我们会这个上完了，然后这个征询这个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有品德这个比较好的那个这个民众呢，或者这个我们的那个社会人士呢，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廉政志工。然后他参加这个廉政志工呢，那我们会做，就他的平常的一个跟我们这个协助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表现呢，来做一个考核。那如果说他这个分评不佳的话呢，那我们也不让他参加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廉政志工的行列。你讲对电脑，你也知道这个人好歹。啊，我会去了解，去探听啊。啊，伊做工作项目是啥物？廉政志工，除了在做工作项目是啥物啊？廉政志工吼，最主要就是迄个协助我们来宣导我们相关的一个政府的一个廉洁的一个施政政策。那另外呢，就是来反映吼，那我们这个社我们机关里面的相关的一个心力的一个作为呢，比如说让迄个市政府都为需要这个改进的吼。这个地方的爱打人工，让我来这个反映给相关的一个局处来做一个改善。哦，算反映啥问题，互你知影。哎，对对对，伊会考虑啥？啊，你反映项目就无限哦，足快哦。对对对对，是不？对对，拢会使哦。对，都可以的。啊，是的。啊，你款就大咩？哎，无啦，无啦，无无。啊，无。啊，食饱用个啊。单位啦，那无大。啊。哈哈哈！哎，独立单位那无大。啊，这拢共几个人啊？我们政府27个啦，27个哦。哎，对对对。啊，是安怎分布的？县政府内底有无？啊，乡镇有无？有啦。啊，这是迄个我们。十八乡镇拢有，啊，县政府有。有诶，无。那我们是把这个廉政志工这个统一。啊，分区无啦？有啦，我们分区啦。有调查站卖分区讲啊，什么人驻点？对，两个人啊，什么人爱有无？无啦。啊，无啦，那是迄个我们这个。统一这个来做一个调配，那平常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宣导的时候呢，请他们来做一个协助的一个动作啦。我无，唔是求什么调查站一块来黑啦。啊，无分区啊。无啦，无啦。啊，无27个，啊，安那遍布？安那遍布？啊，有诶，伫迄个公所，有诶伫迄个机关，因平常的时候，有机关或者这个公所的政风室主任跟他们联系。然后我们如果有这个办理相关的活动的时候。你啊，譬如讲破租工作，爱唔着有诶伫破租工作内底。唔是啦，啊无咧。伊是一般伊拢伫厝里，也是伊服务诶机关，然后就是一般的民众。然后比如说我们有相关的活动需要他协助的时候，然后再请他来帮我们做一个协助的动作。哦、这个名单有保密无？这个名单有保密性无？这无保密性啦、啊，这是一个迄个大自愿性诶啊，义务性诶。无保密性，摕上路啊。好啊，好啊，了解一下，看报纸好无？我唔知说几个廉政志工啊，即个唔知好无？好。啊，听基层你讲连锁的款要参加志工的款啦。我嘛是要啊。对，啊你我听有你有兴趣啦。建议书记。好啦，安尼我们各议员对建工处有啥意见无？无啦吼，好，我们先离席没关系。好，那个综合规划处好。关的业务的，好、哦，那各科室里面哈、哦，还没到你们的、哦，你们先准备一下嘛，那个劲嘛、啊，动作快，动作快，处长到位啊，个干部还没到，大会主席，好、啊，所有的议员，早安哈、哦，那我们首先介绍我们中规处的团队，首先是副处长邱慧燕哈。他主要是在协助处长的一些职务哈，那角色哈这几年扮演非常妥当。那第二个是我们的专员张素娟小姐，她主要是兼任我们的府会联络人，跟我们一些哈跨科室的业务的协调。那再来是县政发展科的郑志忠郑科长。那县政发展主要的业务就是在做县政的前端规划了哈。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档案科的李彩韵李科长。哦、主要做我们整个县府所有县府的一个档案的管理是档案科，接下来管制考核科、哦、林义书林科长，那主要是做各个局处的管考业务的管考工作了、哦、
接下来是资讯科，那因为蔡科长身体有一些状况，今天是到医院去，那由我们的王明宏技师代理。以上是我们的团队。那在跟议员报告中规处的预算之前，跟议员补充说明一下，刚刚新闻行销处有关那一个 LED 电子看板 的那个统计的问题，经查这个在105年的3月10号终止租约，是为什么终止租约？因为那一个土地现在变现有，本来是工业区的土地，那民雄工业区服务中心的土地，那现在变回来县府所有，因为就让使用的单位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权属，所以105年3月10号开始就不用再付租金。以上跟所有的议员来说明，那整个统计资料是没有错的状况。接下来要报告我们有关106年跟105年预算的一个差额的一些分析啦。那我们今年整个中规处预算比去年整个少了1118万，那大概增减的状况跟议员报告如下。那县政发展科的部分，我们主要是减列1000万那个城镇风貌，这是依照内政部的函文的规定啦，就是说平均分配大概一个县市就差不多4000万的预算。那当然最新的一个核定的状况，我们第一阶段就超过这个，表示说我们提案的一个品质各方面在整个全国县市的一个竞争型提案里，我们相对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当然这个预算未来还会再做追加啦。那综合规划的业务我们有增加228000元，那主要是要增加很多我们像比如说跟议员报告议员非常关心的儿童的托育资源中心跟亲子馆，那我们现在就在做规划，那其实我们就需要新增一些规划的经费，那我们预计的亲子馆跟托育资源中心就是在我们东石高中的二校区，未来它的新大楼起来之后，我们会再来做第一个嘉义县的托育资源中心及亲子馆啊，就是其实议员关心的事情，那我们在县政发展整个评估上也认为对整个县政发展有利，那我们就会启动相关的规划经费来做规划了。好，那我们今年需要相关的增加相关的经费来支援这样的一个新增的规划的业务。好，那因为很多项目是中央没有给规划会的补助，如果我们不做规划，因为我们得不到中央的硬体的补助了。好，那管制考的部分我们减少49万，主要是针对工程差额业务，我们回归到建设处去，所以我们把工程差额的业务的预算全部简列，移由建设处来汇编，主要是让建设处作为一个全县的工程的一个主导的单位，也兼具工程差额，才有办法从整个从查核端去确保所有工程的一个品质跟专业啦。接下来就资讯管理业务，我们有增加385000，那主要是资讯安全的考量。资讯安全其实是一个非常只能做不能说的事情，那其实我们整个县府一年接受到外部网军的挑战是非常多，每天都有外部网军的挑战，包括中国大陆网军的挑战，那这个部分我们要增强我们县府所有行政资料的一个安全性，所以我们增加了这样的一个38万多的一个预算。那档案科我们简列的就是永久档案归档的预算是30万元，当然说我们虽然简列30万元，但我们希望说我们过往这样子永久档案的归档的一个的件数我们是希望说还是提升那样的品质虽然是预算简列，但我们希望成果不变的方向来把效益来做提升，所以整体来讲我们明年中规处的预算是1亿3000多万啊，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支持，谢谢。各位议员对咱中规处啊，柯天祥，那个处长，伊这个有一个那个民意调查哈，是民调70万哈。这个我是你讲吼，你我一直你建议讲这个敬老津贴哈，重阳敬老金哈，吼，这个部分是不是讲会当吼咱的长辈呢，家己要选择是要领现还是要转账吼？你这是不是会当利用这个做一个那个民意调查？跟议员报告了哈，只要是我们认为县政发展有需要咨询，我们都可以列入这样的题目。刚才你这。来做一下是，好、哦，那当然我们要配合
破，因为它是不是我们每次做哈，大概不会针对一个议题去做，因为这样子一次才做，我们一年才做，我们会配合到下一次的时候，我们会来询问做这样的去。哎，纳入议题。对啦，我们就是纳入下一波要做的议题里面，好不好？因为这个部分做在乡亲的欢迎啦，啊，所以吼，阮身为民意代表乡亲欢迎，我嘛是要让恁知影啦。是。啊，我就一再讲，恁有啥物其他的政治上的企图啊，目的我不论啦吼，但是呢，还是要便民为主要啦。好，按你纳入议题啦。我想民调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忠实呈现最客观的资讯给些辅助。机关处长，我的意思是讲纳入你。这一次就是说，你下次要做的，你这整个的那个访谈里面的一个题目，就是一个调查就对了啦。这个题目里面不是另外在做事，你要纳入这个里面。就其中一项就是了、哦。对，其中纳入里面。哦、这第一行第二行哈、哦，我们那个县中规处都提报中央那个营建署下。我们主要是提报营建署对应营建署的部分。我这边是你建议讲哦，公园绿地的部分。我们提报营建署哈、哦，之前呐、啊、哈、哦，是不是也参考一下我们所有议会同仁的那个看法跟意见呐、啊哦？我想假设如果说议员哈、哦，其实在公园绿地这个，其实这个经费只能用在公园绿地啊。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但所有计划都搞公园绿地吗、这个部分只能做公园绿地，它不能做像龙水路了哈。哦、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针对我们中规处的那个业务范围内，哈、哦，我们提报中央的经费，咱是不是让事先的阮家的同仁知影哈、哦？阮伫地方有当时嘛，听地方的建议是讲有，阮有啥物了解其他的情况。阮家同仁做人做过乡镇长哈，因做拢做了解地方的情形哈、哦，你买些互阮了解一下，我们可以适度的提出我们的看法跟地点，好恁做参考啦。我想我们每一次都营建署的公文台，我们都会发文给各公所啦，哦，请他们提报。那未来如果说是不是我们再转至议会一下，哈，哎，请议员协助，对啊，都有关心的事情。当然，这是好事，这是好事。除了当地的公所以外，立马请我们叫同仁查一下，好，我们也可以适度提出我们的建议啦，好，好不好？好，是。好，反正。我有一个处长，你可以告诉我说，比如说你们要向中央争取一些经费预算，我们有一些配合款，那到底是在哪些项目里面？哦，好，大概是城镇风貌的，等一下哈、哦。283页哈、哦。的380万是规划费，刚刚我讲的那个，我们增加22万多的这个部分。你说380万的规划费？这个283页的中间这里，差不多第380万这个。对，这个部分不，这个部分哈、哦，部分会是中央的计划，我们的配合款，那部分会是像比如说亲子馆或托育资源中心，那个中央还没有补助经费之前，我们必须赶快做规划。那有一部分，所以这个部分有一部分是中央的配合款，有一部分不是啦齁，那所以这个要跟议员来做说明。那他这边有一个中央补助款，这是3000多万。3300，对对，就是我们大概框，已经确定补助给我们的吗？就是预估齁，预估的，哎对，预估的金额，所以还没有的，对不对？是，我们都要去争取。然后我跟你说，你要动用这一笔钱的时候，这一个预算的时候，那个主席我要备注一下齁。全部是先通知我们，你们要呈报任何计划上去的时候，先通知所有的议员，你先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报什么计划，然后先我们的意见觉得好不好之后，再来动用这一笔钱。我想这是行政权，因为我刚刚你们施政，你拢提报计划上去，我们都是事后才知道的，包括县府前面的民主广场也是啊。你们这几条是你都已经报告的，你有讲没记得？人钱已经乱啊！议员报告，啊，阮一定爱，阮一定爱做，无做钱吼收转去，啊，阮两个靠分数。我跟议员报告了。每年都会迄种补助会较少。县府前这个计划的广场计划，我们是在提案前就跟议会做报告。可是我们不同意，你还是坚持要做啊？你说让我们做看啊？可是民意反弹非常的大啊！对，处长。参议员刚刚有利啦，哦，大家来做一个事先的讨论啦，哦，你有当像都叫你讲这县府广场这有当这外靠人的，人家的想法就不一定跟我们一样啊，
吼、哦，一般乡亲讲，啊，都我像我昨日讲，好好是那边卡条定定做，什么原因啦、啊？吼、哦，所以我们尽量避免这些浪费公帑的事情，吼、哦，当然。可能你们有另外一些想法，不得看来，但我们还是要在乎外界 的观感、啊。我的意思是说，是你先让我们知道说有什么样的，你们要提什么样的案子，大家一起来讨论。然后不是说你事后已经说我们一定要包，像吉曼民主广场黑立的工啊，已经爱走准备要发包啊，我们怎样准备要发包啊？我想有些案子只要是重大，我们都会在提案前试着来跟议会沟通，没有，那这样子的话，来，但有些是乡镇公所提案，你说乡镇公所提案之前要来议会，处长，我来你现在先列出来，你要做哪些，行政权非常大的，不然你现在先列出来，你要做哪些？我想哦，先让我们知道办预算怎么过，你不应该大家问好了，你过了，民众没问呢，议员你是弄到什么意思呢？啊，是啊，这你来讲啊，我想，啊，不然我们在那边做什么啊？詹议员，我想。请詹议员哈，一定要先写。就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透过垫付手段都会公开化。那再来就是说，我举例了哈，像我们今年年初哈，才掌握到哈，国发会有一个海洋经济的规划案。那这个东西在我们去年预算里面去完全掌握不到。哎、欸，处长，那我们就主动的发现有这样规划，我只是说你们要提报任何计划的时候，或是中央有什么计划，你也让我们知道啊，这有什么不好？确定啊。参与的工作不困难呐、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会整个乡镇，还包括我们县府提案的那个案件，要送到中央之前哦，大家先讨论一下啦，让我们知道，像我看嘛呢，啊，这是不是有哪个地方不恰当，怎样？为什么我们还有更多的建议需要改进啊？我跟议员讲啊，我想要你为什么怕我们知道啊？我没有怕你知道，其实参议员。民主广场的事情是我们正式跟营建署提报前，我就来跟议会报告。相对这个三百八十八的委办费用嘛，啊，恁报价话去清楚就清楚，啊，清楚话还佫说明，还佫规划，佫啥物，佮你从佮开一个说明会啊，啥？没有啦，人阿不是佮读医生啊，你是？我想哈，我要讲的是说，其实我们每个案子在我们。在送案之前都有审查会啦，你决定啦。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审查会哦，不是要删你预算的、欸，是预算流，只是说你要用到这笔钱，你要做任何计划，要报到中央去的时候，先让跟我们商量一下，让我们知道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嘛，有什么规划嘛。潘艺术啦，至少我知影啊，像我在的最强，我知影啊，最强是有提案提对，我知影安尼尔。我想，因为我现在就在讲，不要想太多了。我现在讲，我希望哈，其实这个事情哈。在我们内部要提案之前，本来就有一个机制。那我现在就是会责成我的承办同仁，如果说是水上或者我们会通知那一区在那一个案子的审查会，我们都请中央委员先下来审过。我们想就在那个审查意见里面，其实就可以邀请大家一起在审查会。好 ，OK 啦 ，OK 啦，我这样也是可以表达意见。啊，那个意见，其实那些委员也都在现场，那些都很专业的中央级的专家，对啦，一起讨论 好不好？对啦，这样，我想就在现有的机制里面呐、啊，好不好？我想我们扩大参与是好事。不是讲我的户口你六草，你就跟他六草通知我娘一选区，不要一乡镇。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那个反正应该是通知所有的议会议员啦，因为對我是嘉义县的议员，不是最想要的议员，是嘉义县的议员啦，你知道吗？也没错，是好事啦。这是好事，我想未来、啊、大家参与一下啦，不是讲你卖我北京啦。初审阶段、哦、因为其实那本来就是做专业的讨论啦、哦、那其实这个部分、哦、我们都欢迎所有关心他 的所有的议员、啊、或是公所，那都一般，比如公所提报案子，就是公所要来简报，就是乡镇长亲自来简报。那我想、哦、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审查机制里面，我们在既有的行政体系里面。让议员在资讯透明化，我们是愿意的。对啊，所有的议员都通知。你也记得呢，你看到公所要提报案件时，麻烦我这议员呢。是，没有问题。我们如果觉得恰当，我买晒给您建议一下，好，好不好？是，没有问题。好。好，阿美兰对中规处，雨林姐。刚刚我们这么多的议员在讲哈，其实这边所有科室都一样了哈，因为我们是嘉义县的议员。那我们所在地的区域有几个乡镇是我们自己的乡镇，所以我们更要去关心，只要是我们这个乡镇它有任何是需要我们县政府去辅导，或是县政府去规划，或是县政府去审查的这个案子，其实我们都希望说身为在地的议员，我们可以知道这些讯息。
唔通去用蒙掉，乡亲们就讲啊，啊，即马都诶，咱公所要做啥？啊，什么在？哇，一问三不知，诶，这有很愧对选民，愧对乡民，所以我直接甲各科室的主管再一次拜托，只要若有是关系，阮所在地，您若拢讲无全部通知议员，你嘛爱所在地议员，起码因爱知影一个嘛，吼，这是阮的职责啦，吼。好。那个处长。伊只你的293页有一件，296万这个吼，尾尾也算起来第二个这个，本县重要县政发展计划及一般工程款呐、啊、吼，你这个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你列这个的预算是做什么？这个主要是吼，我们如果有一些紧急临时，像县政发那个我们。城乡风貌提报之后，有些比如说水沟不让，它只补助公园上面绿美化，它不补助水沟，那我们就要用这个去补。如果那个空间实质上有水沟排水上的需求，我们就要去补这样的一个上面补助，因为像城镇风貌它是完全不补助水沟的啦。那有些做的我们城镇风貌的工程，你说它那个绿地完整了，结果排水没有把它顺便改善。我想，其实对整个工程的完整性会有限缩，所以我们其实在补一些对应的项目不足的部分。哦，了解。啊，你讲到中央套的，无得去做到遐尼迄类，敢袂当阁改追加吗？一定要有。中央现在就是，所以也跟议员这样在说明啊。其实现在中央各个署啦吼，或中央的部会单位，他们补助的部分都只。他们会自己关心自己的部分，营建署他可能人本计划他就是通学步道、哦、那你说通学步道就是做通学步道，你其他的部分你说要扩展到马路或农路上它是不行的。那比如说城镇风貌的部分它就是公园绿地，你说要把它扩展到说水沟什么，他会觉得你假借也在去做，所以我们其实是要编一点钱来补这样的一个工程的完整性，在专业上、全面性上，我们要来补了。好，那了解，谢谢。来，我补充者，补充者，那个处长，我拄则你麻烦讲你的民调的时吼，你若要做的时阵，会去你麻烦看对一个承办科长跟我联络者，好不好？是，哈、哦，是。我们那个议题可能要稍微，我的意思就是说哈、哦，让我们的长辈让他们自己选择，看是要领先，或者是说。由我们政府、我们县府转账，相关业务的单位吼，科长该找你啦，好不好？系啦，好啦，好，咱针对预算啦、调薪啦，好不好？好，我提醒一下啦，搁一项哦，哎，你那个什么土地租金那个1496万，几贵啊？282啊啦，吼，咱都叫头前啊啦，吼。来，这租金这些是农业综合园区是几？农业处黑黑小，是，上面有机园区政府的补贴啊，用掉70万，他管谁啊？他用掉70万，他用掉70万、哦。那其他哈、哦、跟议员报告哈、哦，我们今年已经到位的蒜头塘长东仓库群哈、哦，那我们现在初步跟他谈起来的租金是500多万，然、啊、后我们当然还不服气啦哈、哦，就是说跟塘塘、台塘不断在沟通，我们现在之所以还没跟他租，就是因为说他虽然算500多万要租给县政府啦。那我们争取到现在已经到位哈，6000万的预算要做整建了哈。那我们也认为说，其实你6000万是中央的拨款款下，对对，还有部分是照比例的哈。像营建署的城镇风貌，我们是15%的那个，还、啊、有些14%，每一个计划对应下来的，我们自筹款要15%、14%，对对。啊，你这卖已经清楚6000万了吗？是多少还未够嘞？哦，已经核定了，确定公文已经下来了，哦是哦、就已经6000嘛，所以这部分伊的啊，从西侧仓库群是380几万啊，那明年的博茶的场地跟未来，我们希望说连接整个故宫、哦。那为什么那个农业园区才扩到70万？伊的农地呀、啊，哦，啊，伊的糖厂区也是乡村已建哦，所以伊的租金。伊即嘛租金的计算法当然卡，诶，咱这啊，咱租用这个钱来租，这有收入未无？有，像举例啦吼，我们县府那个高铁前面的那个低碳转运中心，我们是付了38万多，那其实那个部分是整个都收进来。啊，也好不好？就是、这是也好呗。不管划不划算啦、啊，其实蒜头糖厂也对嘉义县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场域哈。我想不管划不划算。欸，
政府机关都应该把这个重要的文化产业做改善了。我想各位议员有空去看一下那个奇美博物馆旁边那个糖厂哦，其实真的要整理啦，真的要整理啦。周定，我们的糖厂的水准是不够的。做是无唔对啦吼，啊，未使讲不管划不划算了，啊，那安尼不管划不划算，那咱就经费斗呢？没有，跟议员报告了。哦，我们还是要考量一下它的那个成本跟效益啊。我们把它做完整的规划，把环境做整理，一定会加值啦。啊，当然现在还没有到招商阶，我也不能承诺说一定会回来多少。你这个是要招商，招商来营运的。我们整个经营完部分应该会做招商，啊，部分当然会做公益型或文化型的工，比如说新住民或青年的创业空间。你这当时也当招商。我想我们只是看整个预算、整个工程的完成的程度啦，嘿啦。那我们预计是明年底看能不能东仓库群可以来招商。哦，我是讲因为这租金哦，一年1400几万哦，这实在讲啊，我太惊啦。啊，所以跟议员报告哈，你尽量要跟台厂。这1400万，你会看今年我们为什么用那么少？不是我1500万，我有那个预算，我就急着把它花掉。我还是在做跟台厂做谈判，县长也跟董事长在谈判。说有没有可能我们的跟你投资的6000万在那边整修，有没有可能折抵租金？我们现在才在努力啦。啊，万一他的机制是西条开，我就是如果是照这样的计算，我还是要编1500万等他啦。总是不能把上面下来的整件费用这样跑掉了。那你那个投资6000万那个折抵租金，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啦。是哦，啊，这可能我那个谁啦，还是要找立委来沟通啦。有，我们会努力。台糖哦，那个属中央的单位哈，开好几次会，所以我们是还是要坚持到现在都不愿意跟他签租金，就是这样。我们两位立委嘛，你要叫他们沟通一下哦。应该我是感觉讲这一年1500万，将近1500万的租金，这是足惊人的。是，这我们很谨慎的用。哎呀，这经营不好，这是亏损累累哦。了解，造成我们财政的负担呢，了解好不好？哦，是。啊，你们那个要好好要审慎一下了，好，好不好？是。编钱分啦，爱好好用啦，啊，不要怎啊欠啦，哦，未来性啦。那了钱就是找处长，啊，无找县长啦，啊，无我都甲母母的都，对不？好。啊，各议员对咱中规处有什么意见无？啊，那好，我们再来自民政哦。各议员，咱各局室的哈相关业务的主管介绍完，先分离开啦，好不好？阿伯，我看到那个各科是介绍以后只会到原位了，不要站了，好不好？哦，先去退在后边这里先的，好不好？直接陪审就好啊啦，阿免徛伫头前啦，啊，好不好？哦，阿个局阿局各局处的处长吼，局长留咧就好啦，安尼好不好？哦，啊，其他的相关业务的就伫后边再等拜安尼啦，赶快底下陪审啦，系啦，都介绍完咧，介绍完徛后边啦，好不好？好，来，民政处来，哎，阿伯阿咧徛伫遐嘛辛苦，平常时啊做业务咧啊，艰苦无人知，哎，啊，处长局处长徛遐久会无要紧啦。好，来，民政，那个大会主席陈议员以及各位议员及各位媒体记者，大家好。那民政处106年度编列的预算呢，在第一册的295页到322页呢，请审议。哦，那民政处106年的税出总预算是2亿2630万8000元。啊，拍谁拍谁？哎，那火速嘞，那么嘞？污染，是的。那第一位是我们副处长，那黄副处长，那就协助呢。在民政处的督导以及各处的相关业务。那第二位是林聪盛专员呐，哈，啊，也是在辅助我们副处长以及这个督导各科的一个业务了，哈。那第三位是驻驻行政科长，驻驻行政科长是李科长，哈，李科长他就办理相关驻驻行政的业务了，哈，督导公所还有协助公所代表会等等。那第是这个第四这个主位就是这个驻驻四位科长，就是公共慈善甲一般迄个客家的业务啦吼，庄科长，过来，这个原住民行政科长，这个江科长，就是主要的，就是阿里山跟原住民的相关的，包括一些的工程啊等等，业务非常繁重的吼。
在这个宗教理事科长叫林科长啊，林小夏，就包括寺庙，还有一些殡葬业务，等等啊。那这个就副政科长，哦，副政科长是我们这个，不能干每个的，司科长啊，司建交，因为平常都叫名字了，哎，啊，管管定管定你也给你吧，管定吗？就副政业务跟我们这，尤其是这次的副所的一个，整病了哈，最后一科，确定啊，管定你也给你，也给你三名无啦。啊，最后一位就是我们殡仪科长，司科长司副所啊，就是殡仪的相关业务了哈。好，来，请回。啊，过来就是咱这次，因为原来就是八个副所，在6月27号整病以后变成4个中心所的主任，第一位是这个破竹所王乾隆哦，乾隆啊，副政，他的辖区呢就包括海线这5个乡镇哦。来，第二位是民雄啊，民雄这个许宏成科主任，许宏成主任哦。来，第三位是这个吴忠兴主任，在水上所，水上所。好，那最后一位就是这个姚其先呐，哈，主任在竹崎所哦，在竹崎所。以上。好，那个主管先到后面来，没关系，来。各位议员，咱对民警哈，啊，甲户政的部分，啊，佮有迄个公共造产基金的部分，来有啥意见无？那无，咱即科是了通过哈 ，OK 啦哈，好。那我们处长咧认得好啦，你莫认啊，到尾你闭关较无熟悉，我袂晓骗。有啦有啦。哎，我们地震处来，好。主席，你嘛较慢咧啊，目睭花花啊，你念面就化过。无啊，我伫问啊，我是讲伫遐，你拢有咧看。啊，目睭花花看较慢，你啊一日就好过啊。我今日有啥问题啊？讲啦。啊。有啥问题？有啥问题？好啦，较慢一个啦，较慢一个。啊？对一个，无啦，你无啦。你看对一个案有啥物问题，你甲讲无要紧，咱阁加个过来询问一下。哎，因为咱预算书吼，咱最早就送去议员遐啦，当然有时间若讲无啥话，可能去留着啦。哦，你若认为讲有需要，要阁讲诶。嘿啦，都有当时看了也无深交，你阿先等者。无要紧，你甲我讲，无咱即马听我阁问下，等我伫遮咧啊。好啦，是讲小心一下，卖安尼一下。OK 啦，因为介绍是时间真长嘛。食到外汇你就知啦，你安目睭好，我咧看我咧目睭花啥啥。来，我们地震来。地震处，来，赶快，赶快，进来，下来，来。好，那个大会主席陈议员，各位议员李志先生，各位媒体，各位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那首先我介绍我们地震团队哈，啊，第一位是我们赖副处长。赖俊宏副处长，那就是帮助我们协助我处理一些我们处里面的业务。那第二位是我们的专员林世英林专员，第三位是我们地级科科长蔡琼华蔡科长，他是就是我们县的地级的业务，那包括整个地政事务所的督导。那再来就是我们地用科萧慧宇萧科长。那这个是办理我们整个嘉义县的土地的编定，还有区域计划的管制的业务。那再来是我们地前科科长李淑琴李科长，那就负责土地的征收，就是嘉义县各单位哈，包括中央单位，他们要征收我们嘉义县的土地的时候，然后就是由我们这边来办理。那再来是我们地价科测量科科长龚耀庆龚科长。那他负责我们嘉义县的前线的测量业务，还有我们土地公告限值、公告地价的调整的业务。那再来是我们从化科潘永峰潘科长，那是我们负责从化的业务哈，农地从化，包括湿地从化。再来是我们四个所哈，水上地政事务所陈秀川陈主任，他负责水上、陆草，还有太保。等等地区，他们这个水地震事务所的业务哈，那来埔子地震事务所徐成辉徐主任，再来是我们大林地震事务所杨杰仁杨主任，再来是我们竹崎地震事务所张志虎张主任，那四个地震事务所都是直接就是面对民众的
服务工作，那这个对我们民众的生命财产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哈。啊，以上是我们的团队跟各位委员做各位议员做报告。各位议员哦，咱的地震的部分哦，可能咱平常时啊互动较大了哈，所以讲咧三家伊的所长吼，小可熟悉一下，主任拢袂歹，拢真优秀啦，吼。啊，恁注意啊，看好吼，这服务态度够好，够拢真好。啊，咱各位议员咧对地震处有啥物意见无？地震还有，咱有地震处吼，还有地震事务的部分，啊，搁迄个地权基金的部分咧，咱各议员对地震有啥意见？好。好安尼啊，好啦，安尼来来。哎呀，主席，你安尼想想平安吧？是啦。好，那个是离开。好，那个。好，谢谢主席，谢谢各位议员哦。那接下来我们报告我们今年度的预算的部分。那地政处的预算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处本身的预算。那在第一册的323页到346页，好。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四个地政事务所的预算的部分，那在401到4404的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平均地权基金的预算。那首先我就报告我们处本身的业务的部分。那今年度我们总共地政处总共编列了1亿7020万9000元，那比105年度的预算1亿6782万2000元，我们增加了238万7000元。那这个最主要的部分是增加中央有一个农水路更新改善是697万，但是我们现款的农水路跟农路整修，我们减列了各减列500，所以减列了1000万。还有一个增加了一个我们今年要做的一个，就是明年度要做的一个资讯安全的部分，增加了，这个是现款的部分，增加了456万。所以总共我们今年就是我们比去年，我们虽然是总预算是增加，但是增加的现款是其实总 total 现款是有减少的，总共是我们就是明年的预算，我们全部这样加总以后，我们中央的补助款是增加了958000，那现款是减少了717万1000，所以总共是增加了238万7000。这是我们地政处本身的部分。那再来就是我们四个所地政事务所的费用的部分。那四个所，我们水上所今年是编了7345万2000。跟去年来比，是我们增加了22万。大林地政事务所今年编列了9967万，那比去年增加了115万1000。水上所是编列了7358万5000，比去年增加了204万8000。那竹崎地政事务所今年编列了4639万7000，比去年减少了404000。那四个所总共加总起来，就是总今年的总预算就是2亿6310万4000，比去年增列了301万5000。那四个所增加的费用，大部分就是他的冷气设备因为到期了，因为他的机房冷气设备到期了，所以要去做汰换，还有一些资讯设备，我们为了配合整个县政府的资讯安全跟资讯设备的汰换，所以总共四个所总共增加了301万5000。
那平衡地权基金的第三个部分是平衡地权的基金的部分。我们今年因为有一个列了一个长期投资，所以我们今年的预算是2亿5,521万9千，比去年增加了1亿8,249万7千。那这个增加的部分就是我们要办理一个嘉义市的货运转运区的一个开发，今年第一年的预算是1亿6,814万7千，还有一个就是大林湿地重化，它的一个公园二的湿地重化，增加了2,030万。以上跟各位议员做简要的报告，请各位议员给我们支持，谢谢。委员对咱地政，有什么意见无啦？有啦，我好来，出庭我了解一下啦吼，这个嘉义市这转运中心吼，是，咱这个这上面重化吼，是，这咱拢做个四分四档小投资，四档高高的投资6亿外嘛吼，是，你将近7亿嘛吼，是，啊，我来看你这内底。伊的预估盈余甲158,900,000+，跟哪只少？跟议员报告吼，我们开发这个案子，我们不能去赚地主的钱，所以我们财务是平衡的。哦，就是说我们，因为你的如果要赚地主的钱，等于说地主负担会越多，那对地主是比较不好。我们是取得目的是为了取得这个从化区里面的公共设施。哦，然后以增加以后我们的房屋税、地价税，让这个整个地区来繁荣，所以我们的财务是就是收支尽量尽可能去平衡，就是不能去赚出卖公去探地主的钱啦。啊，事实上我们因为我们的估计是比较保守，因为我们地价才每平方公尺才估了15,000而已。啊，这咱所以伊要标起来一定是的。这哦，好好。啊，你即卖唔是我意思讲，啊，你即卖呢，咱这是有偌济迄个底费地啊？底费地的部分在啊，是咱用开发这咱管政委咱给偌济土地？我们公共设施卖讲啦，是哦。我们总共取得底费地，我看一下，我们有概括。我给哪边了？我这样啊，那个报告议员在第五页哈，上面有写，第五页的第二行，最上面一行，就是本我们的面积总开发面积是28.3307公顷，预估取得底费地的面积是46,375平方公尺，那么的4+6分地了哈。对，但是我们的预估单价，我们每平方公尺才用1.5万而已。1.5万，那么一平等于偌济？差不到五万，但是那边的价位目前应该是蛮高的了，还蛮高的了，哎，所以这个啊，起码这个保温都 OK 吗？现在26号要再跟地主开说明会，说明会是因为目前已经从化计划书已经公告，那公告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再跟地主开说明会。啊，地主都没问题吗？因为我们当初在。报内政部核定的时候，地主就有超过一半以上要同意嘛，哦，才能报，才能核准。那大部分的地主，他们还是希望，因为那边的增值空间还蛮大的，所以他们还是希望，就很多地主希望。啊，我同意吧，我钉子户吧。嗯，多多少少还是会啦，因为有些土地，它沿海的土地面积就少，如果重化以后就变成。有时也无当分地吼。啊，你们意思是啦，超过50%就会使强制征收了，对不？强制，它叫重化。强制重化。是。啊，那原则上就是没问题了哈。是。好。这地真可观啦哈，嘛咱嘛不一定爱做啦。你的平均地权内底上路尾遐27个，你写一个租金利息有无？是，有无？是。你106年度租金利息是21600嘛？对无？是。哦，行销含业务嘛。啊，你合计那3600。
应该是我21600嘛，因为两项，你要加其他业务的两项加起来，唔知会当这合计，一边都其他业务会的零，你是印唔对还是抄唔对？这个部分，一百块五年多，我知道，一百块五年多以上所是36000的，对吧？对，我看那个合计业36000还改做21600。哦，这个部分我是不是请拜托主机处帮我们看一下？有啥唔对无？因为这个表是那个主机处。伊这是要哪？行销业务费用、合计行销费用、那租金跟利息，伊是有短切出来啊。落尾也二七啊。最后一页。有一个租金利息啦，资金跟利息，你也合计的保护呢？报告一眼，我有看到，我，如果加起来是65042的话，那这样应该就是这个对，就65042，对对对对，这个是应该是我们在这个错了，这个错了，应该是项目对吧？对对对对，应该是21600嘛？是好，这个我们再来改，好，是合计的部分是3600还是21600？21600才对了，哎，那有36000，这可能是我们不好意思，刚才没改到，哎，今天请修正哦，现在这不是上损额呀，20页，你这是不是以千人计算？长期投资明细表，你不是1000人计算？而且104年都会决算数是101213嘛，哦，那是元咯，那是块，所以应该是。213规划拢会删掉啊！你申诉出来是101000才对啦，是无？是，哦，哎，好。因为那数十五入会拢未使，那都要删掉，唔免个申诉出来。好，对无？哦，这种所在改掉。好，谢谢议员，谢谢。不用再改掉。谢谢。哎，哥仔，处长，我请教一下，19页，你中正大厦迄个征收转来迄个特别医生，那个偿债利息啊，18亿啊，有无？是。你偏执，你这是今年都决算，还是明年都要决算？报告议员，我们今年年底要做结算。哦，今年决算。是。哦，你若今年决算就对了啦。是。哦，好安好。好，谢谢议员。来，各位议员，咱对地震搁啥问题哦？无啦吼，无咱地震，好，我们。用教的管难哦。好，谢谢主席，谢谢各议员，谢谢。那教育处来。两位主席哈，咱党议员，还有今天与会的各位议员，赴会各位同仁，大家好哈。到此首先哈，来介绍咱教育处的一些干部了哈。那首先介绍哈，是阮李美华副处长哈，伊是阮协助处长哈，总理教育处所有的业务哈。那另外是这个学务管理科哈，啊，管科哈，来叶新一哈，叶科长哈，啊，当然主要是咱各同学这吼人事啦哈，啊，教务哈，辅导等等哈。那介绍哈，介绍是咱李福荣哈，咱今年学管科哈，今年业务这拆掉两科哈，啊，所以另外一科叫教学发展科哈，啊，因为12年国教了就个课点哈会变革，所以我们。再把它再拆成两科哈，好，是我们这个李副总、李科长哦。那接下来是我们国民教育科哈，我们严廷义哈，严科长，哎呀嘛是简单的互惠联络人呐哈。那国民教育科主要是咱哦，各中学校是来改建哈，这整个校园哈，哎，这个防灾救灾等等哈，这工课哈。那另外这边是这个社会教育科哈，哦，我们侯玉安哈，侯科长哈。那社会教育哈，当然讲唔是
家庭教育是校教的部分，拢是学校的教育。啊，另外就是一寡活动吼，即、這个表扬活动了，儿童节、教师节吼，甚至社区大学，吼、哦，即、這个乐龄啦吼，即、哦這個、终身学习吼，即、哦這个部分拢是咱社会教育科吼、哦。那继续是即个体育保健科吼、哦，我们的黄宏典黄科长。我即卖一些业务了较重哦，过去有一个运动发展科吼，运动发展科，那是因为这两科的业务吼，你要重叠啦，你要重叠，所以为了我们减少人力，把它整合啊，要整合再回归在体育保健吼。啊，当然一些这对对头壳到脚底拢是伊的业务了哈，整个这整个卫生保健哈，整个学生卫生保健、学校体育啦哈、社会体育哈，基本拢归你家哈。另外哈，是我们特殊及幼儿教育科哈，李玉山哦，李科长啊。啊，当然这是跟特殊教育了哈，跟幼儿教育等等的在管理跟辅导哈。那介绍哈是咱这个啊图书资讯科哈，咱这个里咱图书馆哈，李破主哈，哦，一些翁瑞奇翁科长啊，有关哦，那整个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哈，啊，跟这个服务等等哈。那最后哈，是咱专员哈，咱耿平哈，林耿平哈，啊，专员就是往那统筹咱一寡事务的工课哈，综合业务等等哈。那以上是人员的这个介绍哈，啊，是不是？以后呢，我跟是请伊先回信哈。好，那像你们业务单位的相关的，请到后面吧。好，好，感谢业务报告指教哈。那继续了哈，继续是教育处的整个今年度、明年度了哈，这个五省编列的这情形哦，啊，甲各位议员来做这个报告哈。我想教育预算哈，我想我们教育处在依据我们教育基本法第五条，以及教育经费编列哦，以管理法第十三条哈，我们啊，县市政府成立地方教育发展基金或是附属单位的预算哈。咱100年度，哦，那么当然包括教育处甲所属的学校，总额啦，预算总额哈，583亿，哈，8,894,800块哈。那比较105年编列数啊，80亿哈，3,900万，那增加，哈，再增加3,894,850块哈。再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咱教师晋级哈，也薪水了哈，每一档的提升哈。那么晋级哈，那另外包括中央的补助款哈，包括公计划型的补助了哈，这些增加的了哈。那当然最主要是一个教师合理原额哈，这个人事统整哈就得了哈。那另外是这个过去用代收代办费用哈，那配合教育部的函示哈，咱今年有纳入预算哈一部分哈，所以再增加起来头3亿外哈。啊，当然，即包括咱过去大收看的是讲即个学生保险啦，吼，啊，游泳教学等等，吼，哦，即大收看的部分咯。那另外各科编列的情形，吼，啊，透过报告的，讲引领我们整个教育改革，吼，业务吼的这个频繁，吼，啊，所以我们教育业务有增无减，吼，那所以我们大概根据增减的情形，吼。那做调整吼，以利整个业务的顺利的推动吼，就是从学管科哦，这么一个分子科，我们教学发展科哦，啊，这个应产科吼，就把它那并入吼，我们体健科，所以五省的编列吼，有些科就没有了吼，就转移到其他科上吼。那这个学管科啦吼，学管科的部分吼，咱今年有13亿吼，13亿。啊，1,271万，当然这是主要是讲了退抚基金的十一万外去啊，哈，啊，所以是这里社管科带2亿外哈，那教发科哈6亿哈3,287万，哈3,000块哈，那国教科哈2亿哈4,530万哈，那这部分交股你大概增加2,000几了哈，2,000几万哈，当然是这个水电费有教育部补助增加哈，还有一些我们。啊，经常文啊，跟资本文哈、哦，大概增加这个我这个1,000几万哈、哦，那这部分就是这个国教科哦增加的部分，另外是体检科哈，3,439,400块，哦，那以及增加7,000几万哈、哦，这部分当然是这个你迄个过去代收哈代办，那这边有纳入预算哦，等等了哈、哦，以及我们。
运动产业科吼，伊遐经费刷过来吼，刷过来，啊，是有三亿外吼。那特优科是2,898,400块吼，那这交去年变得相差无济啦吼，相差差不多吼。啊，这当然做这拢是因为幼儿吼，诶，这个补助吼，入学这个补助吼，免学费吼。那社交科是3,764万，啊，交过去吼，去年3,779万啊，差不多吼，他叫一科我来编吼。那突出助兴科，哦，1,324,700块，哦，这比去年就减900几万吼，啊，主要是有些一次性的修缮，吼，今年就免编啦，啊，所以我这部分我们就把它简略掉。那另外个各位员报告是咱这个高中吼，咱高中只有两间吼，高中五省有两间吼，包括咱的永庆甲德哥吼，咱嘛两间的总五省吼是2,100,000+4,000块吼，那国校。这个编列用途的明细啦，吼，啊，主要是这吼，那咱参考咱这个预算书吼，咱第一册吼，26页吼，这高中的部分。那国中有23间，吼，这个五省的编列吼是15亿，啊，2,578,900块吼，啊，相关的这个用途的明细，啊，这样参考第一册，吼，14页，吼，开始我们中小学部分吼。那最后是咱国小吼，咱国小进123间吼。咱预算数是37亿哈，6,041,300块。那编列的用途较明细啊，请各位参考咱第一册吼，咱页码第8页吼，那国民小学遐吼开始吼。那以上啦吼，是咱这个教务处吼，甲咱这个各属学所属学校啊，面临到这预算编列情形吼。那恳请各位议员来审议吼，并且支持吼，感谢，谢谢。各位议员对咱教务处有啥物意见无？哎，记者兄，部长是，你咱补助体育会嘛吼？是，以前是拢偏伫应产课嘛，啊，即嘛今年应产课无要改过体健课嘛，只要5万嘛，是是无？是，伊这应该往年呐，即边个经营凭证拢会上登个咱管务吧？一般咱是。有无？补助，替我会挂落，也钱挂落。嘿，伊用了这要千块，伊是凭证来上的。一般我若无，上登还无啦。一般啦吼，咱有挂落了，伊应该是拢爱来的。若无，无上登是蛮好笑。对啊，当然若无签，有面上就是爱签就地审核了。哎，这件这无，所以必须要我来上。无上登，管政府核销。哎呀，啊，哎呀。咱是核电核，爱饮料、饭料，爱。啊，袂讲这件无，你讲无是安怎无？对对。有啦。啊。有啦。好有啦。有上去啦。我讲吼，啊，伊这每年拢有会伊的成果报告交上来。有。有无？伊我有成果报告嘛。交遐核销做会上。拢爱做会上嘛吼。是。啊，伊的执行，伊这你要补助伊执行的项目是啥？你敢知？哦，当然，咱这项目真侪，因为咱的单项吼。咱单行就120个啦吼，啊，所以咱会根据因年度的计划，因有需求，吼，啊，我们再来。我讲啦吼，朱先生，朱先生，这条先保留起来。来，对亚迪啊，你。对哦，地方教育发展基金。发展基金的那册。欢迎的第一册。发展基金的那册吧吼，来来来，我看一下。02004-27页。05004。27，250万只。哎呀，这条，朱先生，他这个管控8×5是完啦。不，你就先，你就先保留起啊。好。你大会时阵，你再到后壁，咱要个2度、3度未嘛？哦。我就是要爱你话。以前古，今年多也好，今年多也好，古年多也好。哦，遐边境的对啦。边境，成果报告。OK。你补助伊个执行个项目。好。哦，起过来。今年多个，你着还佫剩个10个、10个。还袂结束嘞。哎，后壁啊，你还袂执行完毕个嘛？好。但是头前个有个。好。起过来。好。好不好？好。哦。好嘞，其实这条先保留啦，好不好？先保留啊。104你也要，104跟104。我都无买个，我要。104的。
要提供策略给你们吧，啊、好不好？对对。啊，那我们这个250这个体育会这边是先保留了。以执行的项目下啊，好。OK。主要相关。好，执行的项目你的细目了，细目提供一下了，好不好？好，好了，好嘞。成果啊，好，谢谢。好，来出庭。哎呀，王委员你好。提醒一下。好。AED 哈，今年每年编25万尔。有啦，哦，迄间副馆长是讲三档来要变较完咯，所以明年要扎一个呢。我甲员报告，你讲了吼，我顶礼拜五去高教署特别搁去争取吼，啊答应50万要搁回来啦。哦，安尼唔着75，啊恁即摆是往什么方向？是要以主任，还是要以买卖？诶，当然是你主本门可能爱用采购啦，爱采购。主本门，你若用主任，咪使用主本门啊？处长，主计处长，应该叫主计应该吧？主任嘛是集中资本啊，资本支出啊，噶唔是吗？我咧讲 AED 吼 ，AED 呐用租的啦，会使无？50万，伊讲那个处长讲中央是主本门，不，啊这会使用主任的无？我咧，咱今年编25万是伫主本门。啊哈，是讲应该嘛是会使啊，这资本支出吧？他说租赁资产的话就可以算了。租藏了哈，租赁租产，就是说他如果诶、租了几年之后，那个财产是归我们。啊，你了解看卖啦。有安尼好，就别个好嘛。好不好？啊，这个告报，我尽量看用经常门来报。啦，不是啦，我即马吼，迄间叫你副馆长骗你呢。伊讲三档要变较完，啊，三档后伊唔知有做副馆长无，我唔知有做议员无，唔知影咧。无定要做馆长嘛。啊，哦，好啦，较困难啦。尽量啦，即尽量啦，尽量啦。是啊，你要甲编入经常门的部分就对话啦。我讲啦，金厂门甲厝门拢不论啦，反正到租给厝这边啦，无问题就好啊，会当开支就好啊，因为伊会当用租的，买在用买卖啊，对不？是的。哦，啊，这顶个落去演绎啦，好不好？好啦，哦，啊，上重点是后年啊编较济个啦。哎呀，我来编。哎哎，好，会记得嘞，哦。啊，大后年迄就卖讲啊，迄唔知要等啊要安怎，唔知啊啦，吼。好啦，好啦，谢谢。来，文珍。处长，请教你，我们那些老师、代理教师或是代课老师，他们那些薪水领到什么时候的？把因这十月份的领到了吗？我拢领了啦，哪一条？哪一条？领了，领了。因为做头啊有这个误差啦，搁这么搁过来一个月就得一个。啊，未来拢会找当时领的。应该拢二月尾，啊，到月尾了，到年。诶，月初啊就领的，因为这阮有交财主。好，你确定吗？你们有讨论过了哈？因为我。甲恁即阵咧，即个月底了，我去好好招家长会，嘛真正足侪家长会长啊，还是那个里面的都老师什么都跟我反映说，詹议员你说的这个真的是长久以来的诟病，因为有时啊连家长会该家己贴钱吼，先给老师薪水，啊咱管政府开半钱落来。是的，这啊，所以我希望说以后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啦，就是照逐年吼，反正已经规划好了，然后。局长，财政局长这边也没问题。就是说，先我们前边了，问题是上线，先赶先抓钱来水拨，吼，安尼就袂参加久了。对啊，所以恁速度爱紧啊，吼。好啦，迄个那以后那无照准时就找财政局长就对啊，迄天伊就赔死你啊。是啦，是啦。迄个内底咱就先电路就好啊，对吧？包括是不是安尼？包括国教署啊，我那个拜托伊两张核定好文安尼啦，吼。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议员的关心。好来，咱来国国政啊。啊，迄、那个处长，我有接到吼，啊，破处咱迄个算作伫底呢，伫迄个囡仔公边啊，遐无一个迄个溜达馆。溜达馆。吼、哦，是。因有咧反映啊，即马就是讲内底面遐设备。设备歹吼。哦，啊，应该啦，咱来向。因为这吼，阮有来拜托公所吼，你较早参与，我来拜关心过，拜托公所，因为这向铁路署来争取经费。啊，公所咯，动作无介紧咯，所以阮会甲堆啦。啊，这个甲公所堆一个啦。好啦，啊，搁一项哦，这个亲像因咧讲的，讲说这个焦虑的吼，甲这个，人遐拢请咧摕着奖牌啊，代表咱嘉义县吼去全国性的，咱拢请去摕着奖牌。结果，咱会共鼓励奖励，包括因的啊，这个有当时啊要训练吼，迄奖金安尼，唔是奖金啦，迄款迄落啊培训费吼，拢无。煞有咧着顶个，煞啊拢无比人，那就讲较好啦。哦，即、這个补助部分、哦、有啦，即阮有定一个基准，啊，阮在研究。啊，这个基准哦，恁来做下研究。较合理咧。吓啦，啊，无你即有诶，来去出去替咱家己管咧拼啊，吼。爱加挂即合理啦。好啦。合理，感谢。
各位议员，咱对教处感觉有啥物问题无？那无安尼好来。好，感谢。好来，我们谢谢。好，那个农业嘛。好。那个，那我们议会小姐吼，姊啊吼，便当计也发发咧。哎呀，啊，机长兄了对，机长兄，哥哥啊，便当要发啦。我们现在是农业处哈，来。好，谢谢。大会主席成员啊，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先农业处，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农业处的工作伙伴哈。第一位是我们副处长肖英碧，是这在乡里农业处长工作。然后第二位是农务科科长李秋莹，最主要是针对农地管理、天然灾害还有农业设施农机这相关的辅导哈。还有第三位是我们绿保科石慧玲，有关造林保育苗圃的业务都在这边，也是我们目前的国会联络人。还有接下来是我们渔业科张建成，有关于渔业权养殖业的辅导哈，都建成也是都协助蛮多的。好，接下来是我们畜产科林佩如科长，最主要是畜牧部分、畜产部分哈。然后接下来是我们辅导科林瑞林科长，啊，这主要是农会还有农民辅导。啊，接下来是农村科康昌荣康科长，啊，是今年的农债还有目前的农业行销部分，啊，都在这边。啊，接下来是我们防治所李建林所长，有关于动物防疫，哈，啊，这县内所有的动物的一些检查保护啊，好，我接下来是不是让好同仁先退？那个我们先到后面，那业务单位到后面。好，开始报告。好，谢谢。今年农业处106年的税出预算哈，请参阅预算书第一册的368页到409页。那，目前各科的预算如下哈，农务科1亿7430万6000元。最主要是我们农业处的整个人事都含在里面哈，就2万3000元。啊，另外农地利用管理跟各项农务业务的经费是8554万8000元。啊，绿化保育科是1144万2000元。啊，渔业科是1亿141万7000元，其中渔港跟产业道路工程7811万2000元。啊，接下来是畜产科是776万9000元，啊，农辅科的预算是4337万7000元，最主要是含有我们的农渔民健康保险费用3620万7000元在这边，然后我们的农村发展科哈是1亿2136万8000元，啊，这最主要就是今年把农债部分也放过来这里啊，啊，农业处总预算是4亿5967万9000元，跟105年度相比，哈，是增加了6146万5000元。增加最主要就是中央辅助的那个农村再生计划的1亿2000万放到这里来，啊，啊，另外有关于家畜疾病防治所106年度税出预算，请参阅，预算书的第二册，哈，机关编号是08801，啊，家畜所。在106年总预算是6272万2000元，其中一般行政费用是3441万5000元，啊，家畜防疫的部分是1657万9000元，在一般建最主要有一个是一般建筑跟设备费用的1172万8000元，因为在家畜所106年度的预算里面跟105年度哈，它比较是减少了636万。最主要我们是把修建那个嘉义县动物保育教育园区用我们来用分期编列的工程款，啊，以上报告也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来跟我们审理预算。
各位议员对农业处哈，啊，个迄个家禽疾病的防治所哈，啊，有啥物意见无哈？你只要讲到迄个家畜防治所的，你只今年都有骗落了吧？还是四千八吧？嘿，我甲伊分年来编个。我再分两年啊。是。啊，你规划会先走。对啊，地点是对啦。赶快让民雄迄个临时收容所来把它做整个的修缮跟整建，哦、啊，我算对周边者的改善啦。啊，地方我的问题拢有处理了。有，嘿，我拢有拜托地方有落去协调，嘿。拢有处理了啦。嘿，是，嘿，有过说明过一届，哈、哦，感谢议员关心。地方无意见。进前当然有一挂关心无同款，咱嘛是有个互因了解，嘿。啊，我传看其他所在。哎，是，哎，港这所在，哎。哎，英姐。处长。是。地方啥无意见？哦，我。归呗。答应呗。目前是在规划中了，哈，啊，有一些可能还在。答应了没有？进行在协调，嘿。现在还在协调，对吧？对。主席。哎。这条经费，总共伊爱要到四千万嘛？哪一次啦？哪一次？哈、哦，那个去来。家畜防治所，家畜疾病防治所哈，第二册哈，四十三页。所长是不是也来一下？来那个业务单。今年编陪同一下嘛。1128万嘛，的经费嘛。这边呢、啊？对，今年有编列一个分期预算，哎，对不对？是。搁一条，这是140000呢。要收容这个动物尸体的冰箱，里里扣扣的，140000。是。主席，这两条钱保留，我要看到讲地方第一有同意，伊有同意书提出来。再来，我要求伫地方办说明会、公听会，这是一个地方重大建设呢。你完全所有周边的村民无人知影，本来几十万、几百万，用到即马几千万。处长，你做代志，你的能力有能力无？我相信讲，遮个议员拢有咧看，即件要做咧民雄，已经是地方都已经抗议过哪年啊？你即马？为几十万、几百万，今麦增设到四千几万，你这是要甲伊扩大呢？地方知影无？主席哈，那个林远是让我报告一下哈。那其实议员很关心收容所这一件那个收容跟改建的这个工作。那大概议员也了解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确实也知道哈，收容所的这个新建哈，其实它是一个临闭设施。那全台湾哈，对有关这样的一个临闭设施的这个新建，大家都会有一些意见。那这个部分哈，我们要取得这个规划设计之前哈，其实已经跟啊民雄乡公所跟民雄代表会哈，已经有召开正式的会议。来做一个乡公所代表会通过呗？有请代表会来一起开过会。通过了吗？他们在会议的现场原则是同意我们做一个规划。原则上同意，同意书拿出来。Okay. 第一，同意书提出来。好。第二，爱在地方甲办公听会、说明会。这是临时设施呢。刚会无办？没有办法。我们。你办你都会。我们是请公所跟代表会来开会，然后也请公所跟代表会一起到现场开过。所长，不是干那请在地公所跟代表会来开会，你这是临闭设施的物件，拜托公听会给我提出来，说明提出来，你爱有证明，你办了以后地方同意啊，这条经费才来使用，暂时。不啦，不你那。是啊，这个钱哦，这个物件哦，因为我拄好来看了哈，动物保护交易园区的设施的建造费用啦，分做两期啦，哦，两年嘛，钱先无紧啦，编落去啦，啊，
保留归保留啦。保留啦，等你讲你这物件送过，还佫讲啦，中部无爱讲无爱，互恁去，都唔敢去啊。现在民雄讲无爱互恁去，你就去。啊，是中部较大，民雄较细啊。有啦，莫比这啦，是吧？对啊，因为我唔是讲主席你啦，我是讲地理环境，因为环境无同啦，伊迄是一个建设因。在财团的部分的啦，那个地理环境是不一樣。在我财团。就是把这些拿出来再说啦，先保留啦。嗯，好啦。然后公听会给你，公听会，算命会。会，我们在规划的时候会在地方再说明会。好。没有啦，种田籍议员、当地的议员、那区的议员都知道吗？他们了解吗？你们就只是找的呢行政单位跟监督单位地方的那单位而已嘛，那你们对方对口也不对啊。哦，议员，既然你是来讲艺术了，对不？中央议员指示。安尼艺术啊，对啦。第一就讲地方根本拢唔知这件代志。对啦，对啦，对啦，对吧？先保留就对了。那我们你这工作，看你当时爱搬出来，一一拜托。那一区的议员也要告知一下啦，吼，来协同帮忙啦，吼。啊，既然地方有同意，才同意你使用啊。然后说明会、公听会先，你甲斗三工一日啦，吼。好，来讲个清楚啦。那我们这个先保留，没关系。谢谢议员指点。好，啊，各位议员对咱龙合组，哎。何成兄来，然后何成兄嘛是闽南的啊，反正伊嘛唔知咧。啊，迄、那个所长，啊局长吼，啊，拄仔林委员你提起的这件吼，拄仔蔡议员甲你讲的有意见无赞成，你硬讲有啦，赞成啦，实际到即马代表都无同意啊。你迄是要摕着公所的土地用嘛，对无？啊，你土地主对你是卖两代表同意。到即马都未同意，你讲啥物拢讲好也无问题啊。过来第二点，你这牵连到你，厝顶你住底？我后背人。后背人啊！我想你也到嘉义县哦，倒一项无就刷来恁遐做，来做了恁的隔壁。啊，你今日手续包括土地取得拢也未完成，你就既然甲别个议员讲拢种无意见，拢讲好啊。啊！唔多林议员，坦白甲你讲，家己巧。顶边的会议我都看看内底吼，我目睭看唔到。无在第一遍我还未看恁开过会吼。见面我第一看到你讲，嗯，这个人无简单，这做大代志的。结果吼，每一回开会吼，我看你答辩都唔明，啊答辩都一问三不知。啊，这含这你也去甲骗议员？尊长王尊讲讲。不用，我应该无骗议员啦，因为进前我听说，我有走。如果算讲要叫警察局长吼，把恁只诈骗集团抓抓去关。对吼，这款建设吼，这牵连到污染地方啦，爱排啊废水出来了。污水的处理足重要啦。对，应有的防治设备我们有。啊，排放处理拢牵连到规庄的这个排到对这个做。这个洪秀川出来，遐迄条做文良，迄条啥物客观用个记录个。所以讲，你这款污水放出来，迄饲的是几啊百只，啊后死。啊，即卖你污水处理无好势，你阁处理好排出来，迄阁检测呢？迄过去无经验哦，迄实在为着家己关真正拢无地放，啊暂时用放在遐，但是迄款设备敢袂用？对，恁是吼？昧着良心哦，你做代志，啊，未来含污渍处理都无做。不好意思，因为之前是比较临时的，那现在我们要把它做比较完善。但认真讲，环保局实质，若要讲较歹听哦，渎职，像这拢无去开单。啊，若别人工厂的小寡一个迄落哦，逐工顾条条，逐工条咧开单，啊，家己公家拄公家唔敢开。所以你认为，无你眼前遐敢有做污渍处理，对无？你免答无要紧，我知你答袂出来。吼、哦，啊，所以讲你环保局，你有当时啊，你家己对一寡善良的百姓，一寡艰苦的生理人哦，啊，对公家拄公家是也毋敢开。问题，这是变作为着整个政策，你今仔日做这是足大毋对啦。你今无法刷领导，拢爱饲在领导，你敢买？啊，准备买个设备就好。啊，所以你这件吼、哦，要设立进程，周边规定方圆外扩，还是地方爱开公听会，爱无？爱开无？我们会开。哦，爱哦，处长你要听我爱哦。
你唔好搞种啊情况，你何必说？程序上我们绝对是依法行事。程序你都唔捌，你程序你讲我程序上，程序你捌一声，你都讲要你办活动尔，你办活动爱办对农民有帮助活动，佫无要紧，你建办都办办咧招商的活动，对生意人帮助呢，迄毋是对农民啦。这点阿伯你要修正你啦，好不？好，谢谢议员指点。好啊，好啦。嗯，谢谢议员指点。好不啦？好。好啊。嗯，我有听的，当然是照顾。卖个建办都办那款招商的活动啦，拢对生意人，这个园区办办啊，甲搞生意人去趁钱，去看来卖，看当办哦，大家农民拢得会到迄款的福利安尼啦。我问一遍，好不？好。好好。阿叔讲来，工程要开，污水处理也好，排放检测的问题，哦，要时间进行，还佫说明会，是不是安尼？处长是不是？是，如果进入到那个工程设计建造的部分，会在邀集相关的单位。对啦，我就问处长啦。目前还没有。所以讲，党你都唔办啦，啊，无彩你哦，做甲一个处长哦，无彩我佫对你上好，啊，佫上尊重你。陈副议员，我印象深刻。我看你上当的，结果我看唔到，看唔到。没啦，没啦。啊，没啦。安怎？六年啊？嗯，哦，无在六年，我新来呢，我才来当官呢。你来两年都拄着我这新来，你当官我就大概。你做乡调时，敢无找你？有啊，我去拜访。较正经的啦，好不好？较正经的。啊，好啦，较正经的啦，报名啦，特别拢报名。来，来委员，来针对我们审查案件第几次？这个动物园区哈，我个人认为啦，是这个流浪动物问题是，我觉得是一个大家的共业。好，就是说这个嘉义县这个流浪动物没有好好管理，然后让它在外面流浪，那我们必须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去处理这个问题，是啊，势必得去处理这个问题。那所以说，这是一个这个整个县的共业，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公共利益的问题。好，那这个也不是说要拿来盈利，好，不是说像一些邻避设施，是因为个人商人，他因为他要创造他的利益。比如说盖养鸡场或盖养猪场，这个我觉得不能够类比。好，那这个而且这个地方事实上已经是我们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地方？我目前来讲也没有看到。如果说我们是不是如果你觉得这也不妥，是不是有更好的地方？那是不是可以拿出来讨论？那如果暂时没有的话，那也许这里是可以一个规划的方向。那我觉得还是回归到就是说。我刚刚说的这个是一个公共利益的问题，公共议题。那就像说，我们要不要公募？我们也得要有公募啊。而且我们针对这个议案啦，对我们这个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怎么去调公德啦？所以这个也是为了处理大家为身后的事情嘛。好，那这个我觉得还是回到就尊重当地这个公所哈，跟代表会哈，因为民意民雄的民意是代表他们的民意是在代表会嘛，好，应该尊重地方的意思。当然，在这个污染源控管的部分、设备的部分，我们必须做到最严格的标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这个地方的沟通也必须要全力以赴哈。所以这部分我们一定再加强，希望你们去努力的地方。好了好了，谢谢。来，针对医生了哈，针对第几条、第几册的哈，来开始讲一下，先讲。处长，请教您哈，您那个无人飞机，我帮您算过，您预算大概500,000，请问这个是你要怎么样去做？372页有个20,000嘛，373页有个450,000，委办费那边374页有个30,000事务费，总共是500,000，这都是无人飞机的。报告议员，跟非常感谢。是谁要操作的？没，这个部分我们目前的想法就是劳务委外。委外劳务委外，因为未来大型的无人飞机操作都要 license， 所以一般来讲会有给有保险有操作执照的人去操作。嗯，那这个议员跟议员回报，这也是台啊，我们自己会买那个机器是不是？目前有这个构想，不过有现在想法都是先用租用或是购用哈，就因为有些设备可能是要，尤其针对跟议员回报他的主轴是什么？嗯，最主要是加速。农业天然灾害的勘灾流程，我目前是不是有在试用了？对，已经最因为就是测试，勘灾看完了没？啊，勘灾看完了没？就是试用，觉得说效果不错，明年我们也向农委会争取这个部分。对啊，嘉义县会第一个测试。你一直说成效很好，又勘播做，啊，看完了没？
看灾到现在全部都看完了。哎、欸，因为我们嘉义县你都看完，你都复查完了。我们只能还没有完全复查完，因为啊现在进度因为我们经费今年完全没有预算。对啊，所以你被编这无人飞机要真的有那个实际的效益啊，虽然说它500,000占我们全部的预算可能很少。接下来我请教您哈，第377页任何有机园区为什么又要编租金290万？你不是会租出去了吗？不是标出去了？标出去，因为它到时候也会转正啊。所以就是我们租金都是先付，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到时候有出现承包厂商的时候，他其实租金。好，那为什么还要什么物品费啊、事务费400,000、374页还有个400,000，然后还要旅费？既然我们都标给人家，为什么我们还要编这些钱？跟议员回报哈，这个部分是有关于相关事务费，因为是还有那个相关管理费用，因为审计之前有。纠正过的，我们第二三期没有编所谓的什么什么？你说审计纠正什么？你说374页嘛，对不对？对啊，有个四十万。有相关工程营运所需的一般事务费里面，其实是相关事务费哈，跟相关的管理费用。我因为之前审计有纠正过，我们二三期并没有做维护管理，所以我们还是把维管的这个部分的经费再提列进来。那我们不是已经都工程都完成了？也有维护管理，所以我们这个部分，这个是先编。啊，维护管理什么？抱怨所有的工程设备其实都有维管的问题。啊，你讲清楚啊，我不懂嘛，我才请教您啊。维管。你也不懂。要这么讲，因为没有碰到工程的需求，其实也不会碰到。啊，我们标给人家不是都是让人家做，我们工程不是做完了？不，到时候有一些维护管理，我们因为这是审计要求的，所以我们还是把它放回来。啊、嗯？审计要求我们要编的，比如说是这样吗？比如说最简单讲，你都没有回答到我啊！你都讲人要求要编，你得编。没，比如讲啦，那个狗啊啦，咱有路灯啦，什么这些吼，你总爱维护吧、嗯？对啊，你有机园区内底，佮有需要维护路灯哦。包含上面，里面甚至是往事，它里面有所谓的沉沙池，现在然后往那个边子。不是啊，你不是标给人家，不是都人家全权负责了吗？你连土都要让叫人家自己验啊。这跟议员回报哈，再次讲一下，咱今嘛因为现阶段还没标出来嘛，所以咱有编一条医生啊，到时候也不见得用得到啊。嗯、好啊，我再请教您哈，407页啊，有一个。1980万啊，这个有机集团栽培基础环境设施改善，这个是什么？407页哈。对。来，这是今年哈，中央新的，最主要是中央发文给我们哈、嗯，有一个有机集团栽培基础环境设施的改善计划，所以是中央发文让我们今年先编哈。嗯。就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是要做什么？工程款，因为要、啊、做什么工程？跟这个跟有机园区无关。对啊，我想要了解。反正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沿海一带，我们在鼓励他们做有机集团栽培啊，它这一条。对啊，什么样的有机集团栽培啊？未来跟议员回报，现在咱往希望农地的使用上都是集团化嘛，啊，这就是鼓励。比如讲，都得融合，都得像我们现在乐活有机园区啊，就验出来那个水质、土壤就含砷就。有重金属了，那你干嘛跟咱的海边啊有办法做这个有机吗？跟议员回报哈，咱有机目前嘉义县沿海一带做的也还不错，有好几个农场做的都不错。所以他们都没有地下水的问题。一般像我也回来议员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其实你用地面水根本没有所谓地下水含砷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水质，我们乐活有机园区水质跟那个会验出来有问题？当时是做整体的检测，当然会成。有疑虑的，我们就会排除啊。什么叫有疑虑就会排除？你每次回答都很含糊、欸，你根本都没有回答到重点呐、啊。我安尼讲。处长，你要讲一下嘛。都没讲到重点、啊。总共是1980万嘛，你做的是有机集团，有机集团用的是什么物件？中央补助款。对啊，人要补助你，钱都蛮配合款啊，你别来做。人问你这，你唔知讲啥实际咧？咱是凭这个地方的配合款800万嘛。对啊，是要做什么啊？他是问你说你要做什么用意啊？就是有机，我们现在是希望推动海边海区的有机杂粮啊。怎么样推？当然是你的计划是什么？由农民团体来筹组，然后我们来推集团栽培。
你起码是辅导地方了啦，用辅导辅导地方这样子来做，就要花费这些钱，啊，辅导乡镇公所或各地方基层，是不是这样子？看是农会合作协定。好啦，你唔该讲好，你什么？你讲要做海龟，要有机。那有机集团，你都在辅导会清稿里哦，啊，这个是公共建设的设施费。你要讲清楚啊，你就要去辅导嘛，因为这笔钱是装补助款，这个是公共建设跟设施费呢。这个一个议员回报，因为这个是中央发文，八月份发文过来的，希望我编列这一条。艺术工，咱爱清楚啦，这卡做嘛不一定是海区哦，山区嘛是。对嘛，你也讲啊，要辅导地方嘛，辅导基层，即个农民也好，公所也好，最主要是以后是有机集团栽培。对啦，你是要辅导这些嘛？我弄迄种主席，你替你解说。无啦，唔是啊，我嘛听袂到，所以我问伊啊，你啊实质上你啊实际讲出来啊，因为这议员弄啊比你较清楚。我跟议员问你钱贵嘛，免他要。我跟议员回报哈，这个是中央要求我们框列，框列未必核定。我们是先编这个预算，万一咱有接触到，安尼啦，反正千几万的用的是每年到来，用的是以后的日头要用的是伊脑辅导什么的是哦。你有接触到你叫人来辅导啊？辅导脑辅导是喏，脑辅导成功也是当有咧执行的时阵，家己员报告一下啦，还是书面过来讲做到什么程度啦？好，你知道因为咱有配合款嘛。哦，你今仔若做五百万，你嘛要配合款五万块啊？对啊，一个下单在八百万。对啦，因为这是预算里面嘛，所以可能你把它控制掉预算回来做。是预框，所以我们是也是争取，看地方有没有。对啦，以后执行的以后，你把这个名目写出来啦。处长比较希望说，其实您针对你们自己处里面的经费啊预算，您自己应该也是要详细啊，不是什么都说就很含糊的。去，你完全真的很多都不清楚哎，每次打电或者常常打电话给你，你都没有接，都常常没有回我电话。好啦，我都有回你电话，有时候回电话是客气的，反正不回电话是客气的，无啦，没啦，一卡我一定会回的，人家也开会中，嗯，有啦有啦，不要回啦，有啦，哎呀，较正经的啦，好来。那个没有回电话的心里有数哈，我甲讲听，南部甲你三二省真做好呀，三二省我就知影讲对一科技啦啦，所以讲完整阁真好哩啦。来，那个农业处这边无问题啦哈。谢议员，安来，我通过来，来安来，我们要进来进吼，本来拢要叫姓啦吼，啊要继续姓。对，等下啦，你唔是讲通过，阮大多保留遐，你爱。我保留，等下读啊，等下读啊，等下读啊。无等者，读完全部做一过读得啦。今仔保留的部，你保留的部是迄、那个，那个，这黄志所那个四百，那个你讲要做当个四千八百万迄条，对吧？到十四万迄条，迄、那个买平时嘛，迄嘛，这两条要保留啊。有啊有啊，这两条保留。哦，因为本来是吼。今仔日咱算十五号的部分哦，咱的预算拢够啊，因为水利的唔系建设科的建设处的吼，甲公车吼，明仔载要开幕一个什么无卡桥啊，是不是？哦啊，咱即马甲继续审议的啦，安尼好无？啊？有啦，有讲啦，有甲有，无啦，有讲啦。无要紧啦，物件来啦，来啦，好几摆啦。好几摆啦，好几摆啦，无要紧，阿老少问题，甲佫报佫讲啦。那个你的资料没带了，什么资料？预算书吗？那，不啦，我嘛是早下开的，伊有早下伊就临时讲一个公司啊，啊嘞，系啦，系啦，系啦，好来，我们政策处来进来，来相关业务人员啦，赶快。啊，咱大会主席啊，陈议员吼，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啊，各位媒体记者朋友，大家好吼。啊，首先我来介绍阮的团队吼。啊，因为阮今日阮的蔡副座吼啊去工程会开会吼啊，所以先来请假吼。啊，阮由阮的杜秋平开始，第一个是阮的记证吼，曾富乡曾记证吼，他是在看我们的道路工程跟道路用地科吼他的核稿。那第二位是我们秦义勤秦继正，他是核稿我们道路管理科，还有我们公用事我们建设管理科
还有我们发包中心科，还有这一个另外我们的公共工程科的核稿。那第三位是我们林丰洲林科长，他是建设管理科科长，他就是办理我们的创造城乡新风貌，还有人本空间哦，还有公园绿地啊相关的业务。那第四位是我们道路工程科，我们何一中何科长，他是办理我们生活圈道路的新辟工程，还有我们的每年的年度的养护计划，还有这个灾修工程。那第五位是我们杨凯翔杨科长哦，他是我们现在的道路新成立的道路养护科科长，他主要是办理这个道路巡查啊，道路紧急修铺哈，还有这个我们整个路容的维护管理等等的业务。那第六位是我们的李宏宇李科长，啊，他是我们的新的这个道路管理科科长哈，他就是办我们的号志啊、标线标志，还有交通设施工程等的管理维护的一个业务哈。那第七位是我们公共工程科科长，是陈明生陈科长，他是代办我们学校工程跟一般的其他的公共工程。那第八位是我们的王安邦王科长，他是道路用地科科长，他是办理我们生活圈道路的用地的征收的一个相关的业务。那以上是我们的一个团队，那是不是先容许我们的团队先离席？好好，先到后面。这颗心哦，建设处的对咱家的关的，从只要阿妈含只议员哦，才直接哦，马苏求情加多。朱丢，你因为我们没有那个，你是提早班，一个明天嘛，第一中一颗一个科一个科目，说一下经费的那个。好。好。伊个甲各议员抱歉哦，因为阮本来预算是摆伫马仔吼，啊，因为阮马仔爱办一个这个。我们溪口乡的就是埔水阁挡土典礼啦吼，啊，所以伫拜一吼，顶个拜五啦吼，都已经拜托议长吼，这边可能来协调来互阮提早啦吼，啊，所以今日提早甲今日甲感谢各位议员的吼，伊同意个支持吼，啊，本处预算编的伫即个本县吼，106年度总预算啊433页到462页吼。咱并且各位议员、律师、先生指教以外，另针对阮每年度啊106年度本处税出计划预算编的情形吼，甲咱今年的预算啊增减吼差一个所在吼，则要向各位议员、律师来先生来说明吼。啊，本处106年度预算吼编的8亿5789万7000元，其中这个上级补助款是2亿479万2000元，还款是部分是6亿5159万7000元，甲地方政府协助收入194万7000元，比较今年是减少4亿1736万8000元。以下吼，主就本处各科预算编的情形吼，向咱各位议员来说明。首先是这个道路工程科吼。伊编列的预算是4亿8571万8000元，啊，比今年啊是减少2亿8345万5000元，主要是因为104年到107年的生活圈的计划吼，咱这个公路系统的部分为今年开始吼，就已经进入咱这个实际的工程拓宽建设计划吼，所以阮已经伫今年拢依照实际工程预定发包。甲进度来需求来编列大部分的工程款，啊，每年呢大部分是只是迄个延续工程的进度，佮编列部分的工程款吼，所以比较今年是减列2亿5000万啦吼。啊，另外因为即个道路养护科来成立吼，即、這个原来道路巡查啊、路面紧急修补啊、养护甲即个桥梁检测来维修业务的预算吼。拢依靠咱这个道路养护科来办理吼，所以减了一部分的预算吼。第二，伫这个道路用地科的部分吼，咱编列2022万吼，比今年减少1亿7021万7000元。主要原因是因为104年到107年的生活圈计划吼，即包括这个公路系统，甲这个市区道路部分吼，伊用地征收吼，大部分拢会伫今年吼。
啊，拢已经伫旧年甲今年底吼，都会来办理取得吼。啊，明年吼，啊，只剩编2022万吼。啊，主要是伫用伫咱即个市区道路系统，咱的华兴桥改建工程土地，甲即个地上物征收补偿吼，总共是1570万吼。啊，另外办理咱即个生活圈计划，用伫征收咱委托人查过。即、这个顾问公司服务费用250万，甲咱即个基层道路土地采工案的100万吼。啊，第三伫道路用户个部分吼，咱编的1,590,400块吼。啊，因为咱即个道路用户个是伫咱今年8月初个来新增的吼，所以咱即个全部预算拢是新增的吼。但啊，主要是办理咱的路平专案吼，咱即个管道向道吼，啊，即道路巡查吼，紧急用户甲修补。好啊，桥梁检测，哈啊，公路防灾，啊，还有这个整个县乡道的县道的杂草清除，哈啊，树木修剪、跟道路清洁维护等等的工作，哈啊，所有预算啊，拢是由这个道路工程科甲阮原来道路管理科的相关的业务预算来预列，哈啊，第四，哈，伫这个道路用户科的部分，哈。咱编列1,372,770,000块，啊，比今年105年度增加2,255,400,000块。主要增加的部分呢，是因为阮向这个交通部争取这个投资公车处吼，啊，太古换新吼，有10台的大客车的计划，总共是3,057,000吼。啊，以及这个梅山太平营地新辟路线竞争性补助计划吼。啊，买8台的中型巴士吼，总共是1,948,000。啊，另外，阮有增了这个嘉义关公车处吼，这个劳工退休准备金吼，516万吼。啊，减列的部分是咱今年100年度这个车辆吼，这個、太旧换新购车补助计划吼，咱投资公车处办理这个车龄吼，超过10吨的老旧车辆吼，诶，太旧换新计划。总共3,346万吼，已经执行完毕吼，所以加减了。啊，第五吼，这个公共工程科编列651,000块，啊，甲今年100年度啊比较吼，拢无增加吼。啊，第六伫建设管理科部分，咱编列1,098,700块，啊，甲今年比起来吼是减9,287,600块，主要减少的部分是咱的基于吼，即个市区道路景观甲人本计划改善计划，啊，甲即个自来水用户设备外线补助费用吼，咱明年中央啊，甲咱核的补助款吼，比今年减少的缘故吼，啊，最后是咱发包中心科编列170万吼，甲今年啊比较加增加55万啦吼，主要是咱为今年2月起吼，啊，那个奔赴即个公共工程品质的查核业务吼，由阮的总规处伊甲咱的。阮即厝来办理吼，所以为今年度开始来执行吼，啊，明年度100年度，阮来编的所有预算拢由咱即厝来编的吼，所以增加55万。啊，以上说明吼，敬请各位议员如需审议，并请对咱本处106年度税出计划预算编的予以支持，感谢大家。各位议员对咱建设处甲公车处的部分呢，建设处啊。哎呀，啊，有什么意见无？440人，啊，你写一个投资37,000，啊，一通卡，嘿，啊，一卡通，啊，这是说明者。啊，这一卡通，啊，要30,000。我即摆是因为这一卡通吼，伊份公司伊37,000啦，因咱连。啊，这是安那？这是安那？要少。啊，伊都啊，厦门来吼，啊，看咱要认购，啊，咱那个认购都大概是一张啦，37,000啦，认购啦，认购，嘿，37,000安尼啦，嘿。安尼吼，嘿。啊，家己管来分配较少，哎。迄毋是分配，迄是咱出钱要甲买认购，嘿，投资。啊，少，你投资较少，会赚钱，会加投资寡。啊，了钱嘞，唔知了无。是。啊，公车厝迄拢袂趁钱，啊，你拢伊个投资啊，买车买10台啊，3,000几万，迄资本门的，啊，经商门的，搁2,000万，那搁对伊搁补助，对，这会趁钱，你咪加投资，哈。我啦，啊，因为是新成立吼，咱个
伊来问来讲啊，那么认购吼，咱艺术性的认购，认购安尼啦。我是了解者。是。来，怡玲姐，啊，两个拢会使。处长。是。头拄啊，伊讲的这个三万外下骹有一条六十万的补助民雄公所吼，台办管道一六四线这个一淹水抽水机这吼。是。处长是安尼啦吼，迄条高速公路骹真正是大家若拄着大雨吼，都一直淹啦吼。我看已经好像也。整修了好几次了哈，到底伊的问题点伫底？我相信唔是，除了抽水机以外，伊的问题真应该是蛮大的。我看现在还在修复嘛。是家己原报告吼，咱因为咱一哥吼是战备跑道伫民雄段啦吼，所以伊迄个路面吼，伊迄路面是固定的，所以咱爱维持限高，咱底下都是淤过吼，所以淤落了呢，就容易产生这个排水的问题。啊，所以阮今年啦，吼，所有改善的一定会甲改善得好。啊，你这条六十万呢，是自咱管道伫公路局时代伫管的时阵，啊，伊就固定啊补助公所来维护。啊，这条我的意思讲，伊这个凹路应该是国公局的工课，等于讲伊这条咧做的时阵是国公局的工课嘛？较早是伊个，唔是国公局，是公路局的工。哦，公路局的工课。但是你是因为。高速公路的匝道，所以演变成伊即马迄条路通了路，伊就是伊针对好咯，伊爱平嘛吼，伊爱规路平，所以伊无可能做一个拱形，所以阮为着要予迄个有限高4.6公尺的高度，所以因伫开辟时就已经划落啊，啊划落就造成即个排水的问题。所以我意思讲，你敢若补助公所即六十万抽水机，会得都好都解决问题吗？其他的工程部分，阮陆陆续续去改吼，阮到今年底全部改好，啊，改到。所以即卖路面你做拢是咱管户咧做的工课就对啊。应该是安尼讲啦，姐啊，爱叫公路局这边，只因为当作是配合交流道用途，因为公路的部分，因这边啦影响到咱管道的部分，是不是应该起来做修缮？修好是啊，咱来建议安尼转承啦。咱管户都无钱啊，你可以离开。咱变的医生，照你讲是爱麻烦处长吼去甲公路局这边只讲。爱甲争取讲，你所有诶补助款、修缮费用，你爱甲起来，等下还管户用啦。前面我著争取安尼，因为咱当作是配合交流道诶路线嘛，袂当影响到咱管道一条四线安尼啦。是，用安尼甲问啦。处长，嘿，安尼甲处长你挑哦。应该是比我较明了。预算编给你啦，你也是要照做，不过你要去怎么争取啦？你爱甲公路局讲啦，公路局你中央单位，你喊我地方政府，你嘛配合员啊？你应该照你讲，你是安尼做较对啊？你听啊，无阮编制哦，你即马中央咧开支票，顶爱买单，少讲 啊我家官也无钱啊，我特别都爱买种单。从恁做处长，恁就能力去中央摕钱，大大咧就甲讲嘛。恁中央的物件，你就是爱给我顶啊。后日恁中央你咧穿咧做啥裤，我顶爱甲你买单。那有种理啊？哦，你是要去争取哦，姐啊，你爱甲麻烦处长讲去中央政府公路局争取，看这钱你要安怎佫加起来，甲恁斗开，甲恁斗收好用吼。哦，你一六四，你甲应用着部，你是变哪处理？你甲就你做交流道的话，变伊个水地区啊，对吧？啊，我路面的破坏、水沟破坏啊。所讲的艺术，你有了解嘛？哈，你要去做这样的动作，你要去做这样子的陈述啦，哈。啊，我嘛爱去争取啊。对啦。无论那是一定爱争取的啦。公路局部分一定会争取。对啦，对啦，你要去争取啊！那要养护费用部分，你完咱钱嘛变到你啊，好不？谢谢。哎，无甲你同学完成。处长，我请教你，我看了你有很多的路评专案哦，我们编了大概多少钱？明年度路评的部分哈、哦？对，其实哈、哦，我们452页、453、456、457、452、453、456、457，总共编了多少路评？这个是要怎么做？其实哈，我们所有路评的费用哦，拢是为咱的所谓的一般统筹分配税款哈，咱补助咱的较早汽油钱呐。那汽油钱里面呢，伫乡道、甲村里道路、甲伫这个乡道吼、村里道路、甲市区道路，是咱是预算大概是1亿2000万啦。
啊，道管道的部分是大概是补助咱是1亿7千万啦。啊，了呢，咱甲食食的部分依照咱的需求性，啊，甲去分别讲即个啊，顺路的啦、补路的啦，是固定养护的费用啦，吼。啊，顶顶也是讲咱的啊，耗资啊，路顶维护啊，路龙维护顶顶，拢是为这钱。啊，您现在有规划好说明年我要做哪边的吗？阮伫十一月底吼，阮会有，阮伫进前拢已经有阮的所有的即个主办人员拢去巡过，包含阮的管道、乡道较歹的所在拢去巡过。啊，因即摆伫统计资料，阮会伫十一月底开会来讨论讲，啊，对是较赶紧爱做的，啊，阮会甲列伫。所以表示讲，我若未来佫甲你讲，对倒位路较歹，迄间无法度做，还佫等到明年啊。你即摆是毋是？是不是这个年度？明年度啦，阮明年也袂啦，阮十一月底甲来讨论。所以现那您可以就是让我们知啊，啊，你可以提啊，他的意思说你可以提过来啊，议员的可以提，我们有可以有啊有提啊，可是每次到最后都说不是张婉珍争取的。我来，你较早有讲啦。那你要提就奇怪，我了干嘛就奇怪？明明就是我提到进古年那一回康鬼给你做了，讲不是张婉珍争取的啦，我了干嘛就奇怪诶？啊！而且这经费是咱家己县政府、咱家己所有议员通过，那有讲什么？这是倒一个议员争取，不是迄个议员争取，我就感觉就奇怪，就纳闷嘞。无，所以这个管用的、管道用的部分哦，固定维护的部分吼，阮拢一定是由阮的主办人员依据这个路面的状况吼来讨论。对啊，啊，我就感觉就奇怪啊！我嘛有讲，别人嘛，不过到尾个拢不是张婉珍讲的。我们家被清稿，李公令写，你们是怎么样下去？是到底是说是一人谁建议的，还是说是这个路真的有需求的下去做评估的？我们固定养护的都当然是依照这个路面去评估的。好，那你们如果到时候就是说已经估计出来，就是已经审核了，你们有开会了，大概要做哪些路面的时候，把那些资料给我，全部的资料，我要知道说你们到底有计划要做哪边，这样可以吗？好。因为我们那个计划讨论完之后，我们签给县长核定之后，我们才能。那大概是什么时间？大概12月吧，12月可以提出来。好，没关系啊，就是你有签好之后再让我知道。他别讲你已经有要做啊，我哥一直甲恁盯紧，安尼我嘛是会用甲百姓讲，哎，咱这条就有要做啊，好、哦，就不用在那边重复一直会看浪费资源嘛。我应该等下一直出差了，我们办公哦。是。好、哦，对不对？好。好，谢谢。OK 啦，要做什么工作，拢讲你做的啦，好、哦。司令。反正原意思就讲哦，你唔当一个走个因过来惊死，应该到尾啊，伊个无拖掉安尼啦，都嫁别人安尼啦意思。没啦，因为咧做吼，咧做咧路平庄的手续个费用就对啊，拢是你。我见这个四千万十三吼，因为咧永清桥落来吼，做个引水啦，恁老爷个。那是那鹅啦，那是那鹅。系啦系啦，该看边个界线啦，好不好？不要落大雨吼，引水哦，遐当意思交通要道嘛。那个歌定是爱来想看卖一下。哎，看袂到处理啦，好不好？你先快些啦，嘿，好好好。高吼，高排水高无，拢堵水底下啦。那我搁一个问题吼，我在那个82旁边都有看到"回家真好"四个字啊，我想要请问哦，这个是我们是怎么样下去做维护的、啊？哦，是一整年吗？还是走过年那段期间？因为我看你里面都有"回家真好"专案。是过年期间，哈、哦，过年期间。过年期间才有。嘿，差不多咱得一月开始，啊，加过年过安尼。啊，我请问一下哈，就是我在从鹿草交流道那边，就是要82那边要上来鹿草交流道那边，旁边就有四个字"回家真好"，然后一进门都是龙苏干，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你都长期有配合厂商吗？还是是谁在那边维护？我们当然是在我们发包的期间，迄、那个固定工，迄、那个回家真好，我们的执行期间因爱维维护，啊过了呢。不是微好是有进灰，还是讲康康的？有进灰，有进灰。没啊。但是这是已经这个期间过了。哦，有季节性的。哦，伊超灰嘛是半当的啊，超灰伊的生存期限嘛是半当的。对对，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你要维护这个，比如说回家真好这个，然后你就那四个字就在那边嘛。然后你现在给，比如说我标这个厂商是标他一整个年度的，还是说就是刚才这几个月有看到红色的灰哦，回家真好系列啊，出来都是康康啊呢，阿姨嘛是赶快维护，就是把那个地方那四个字空，那四个字位置空出来。那个四个字是咱那个四个字是咱因为吼，咱其实也可以拿掉了啊，但是咱我们因为每年都办吼，所以我们把它留着啊，一起维护这个超灰伊的生存期间尔。
所以不是啊，我意思是讲啊，这是抽象去维护一整年度，还是干哪迄几个月啦？就是迄几个月呢。啊，所以后面是谁去维护的？如果有维护的话，就要那个坡面吼，你等讲是，你就是讲哦，迄个坡面，迄个坡面的维护是咱的高速公路局，咱的台省道啦，迄是省道，迄个省道是。不是，迄是82呢。82电是省道，迄个坡面是。是迄个公路局，所以是他们帮你们留出来，留那四个字的。迄个伊是咱老的，咱家老的。哎呦，咱做咱家。你蛮有意思。我了解。是啊，因为阮老吼，因为咱逐工拢用。你讲，就是讲你如果要，是不是就是看固定的怎么样，就当那个比较漂亮，无你干那弄塑胶布，干弄会惊一个水烧啊出来，就拍垮。我今年我会来。好，演绎看看，因为我记得我好像去年就有建议过，你看用什么方法，不用咱打泥弄开几家进行的灰嘛，然后就枯掉，就没几个月就枯掉这样子啊。是，对啊，反正你们既然都要维护的话，是。啊，你可能要去灌木啦。哎呀，啊，本科的部分啦。好。一点吼，我看你们那个461页老人休闲啊。是。像这个老人休闲设施吼，或者是有一些运通器材那边，都是你们这边在做的吗？如果我们村里面、公所、乡里面，比如说我要做老人运动的器材啊。啊，这个是你们就是从这边的经费吗？从你们建设处吗？对对对，那我想请问一下，你们怎么分配的？哦，没有，我们没有特别分配了。那还是说我这一个乡这一个村，我一直跟你们提出要求，你们反正别人没有，我就让你一直做吗？我们会去会勘，先跟那个场地是适合。哦、那您觉得说，比如说我就是我有提出要求好了啦，好，然后我可能我这个村每一个部落，比如说这村有四个部落，我四个部落我拢要爱。老人休闲设施，啊，你直接穿你就回去的吗？哦，我们会去看情，他的适不适合啦，还有那个将来的。啊，你觉得如果说这么多的投资在这一个村落，这样适合吗？哦，我们不会完全是这样子的哈，最主要是因为有村民你跟我讲啊，讲是啊，讲伊话你都无替阮争取，啊，只要人迄别个村哦吼，一村讲过来运动设施啊。啊、我就不知道說你這經費是怎麼分配的。其實他是提出申請，他有地方，所以只要有申請就可以，是嗎？有地方提出申請，啊，公所要以後做好他們要負責管理維護的話，這樣就可以。嘿，啊，我們會去看那個場地是不是適合，那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就會來做。好，謝謝，謝謝處長。是，徐議員。你等下講為公所為地方提出要求，公所上門給你嘛，來，我問一個問地點問你啦，现在啦，这个公所和这个村都无共派系，现在派系党派分真重啦。来，这村我都国民党诶，你公所都民进党，我送来，我公所都唔该送。你安那？你甲我讲。无，这个部分嘛，会使为民意代表来建议，也是用社区，也是村里来建议，不一定爱透过公所。你社区爱送过公所无？唔免。社区都免接送你就对啦。对对对对，好。阿边送过来，你直接送来厝里就好啦。无要紧啦，这无分党派，家己关于的拢无分党派啦。你直接送来议会，这就好啦。吼，来，啊，各位议员，咱对建设处甲公共汽车管理处这边遮有意见哦？无啦，吼，好，安尼，好，处长，我们先回。好，安尼，感谢各位议员啦，吼，啊，今仔日吼，咱就心议程心到遮啦，吼，啊，明仔载先甲阮交点啦，吼。各位議員，感謝您，謝謝。公車，啊，公車住哦。公車住哦，公車住就有啊。住啊，公車住就有啊。公車住就信得啊，有的啦，就過了啦。不啦，就過了，跟剛剛有念的哦，就公車住就有的啦，就過了就好了啊。對您較好啊，你搁要二百。哎呀，有啦，就给你们过了啦。我都多少年了，就过，跟你何行啊？你搁要过来，要自投罗网？不是啦，你们不要自投罗网嘛。天坛公车处讲什么？说没有，我就议会有宣读了嘛。公车处就连同建公车处的啦、啊。啊，这议员来无意见啊？你要搁自投罗网，议员啊，实在好听。